但四个月了还没到现车呗。那这玩意儿怎么讲呢？如果这个车型啊比较热门的话，也不算奇怪吧。三四个月等一等啊，这个缺新不缺新呢？平时如果说热门车型，你尤其你要涉及到一些这个个性化的定制呢，不算太长吧。很多人呢一等这个很多车型等个半年左右的，所以这就忍一忍吧，没有办法吧，这个都这样。你要不就是买那种这个大众比较大众的车型，就买的人比较多、比较普遍，而且毫无私人化定制的那个，往往到的比较快。无论缺不缺芯片，你看你这个定制化程度，定制化搞的肯定就是来的慢点，没有办法。单身小孤狼，如果姚明场均26+12+8分区第一，能否获得 MVP？若再夺得总冠军，能否进75大呀？姚明场均26+12+8呀，那就是助攻数这一块干上去了呗。那这样一来，姚明呢，他打法特点就完全不同了。之前那会儿，他更多还是低位、要位、做打类型的中锋内线，强吃呀，讲究的是一对一单找。但你要说能送出场均8次助攻的话，这个就发生了一种完全的质变，因为 NBA 中锋呢向来都是如此。1到2次助攻的球员呢，通常就是绝对的终结点，就是空切顺下，直接空接暴扣这种类型。你比如说什么德安德鲁乔丹呢，也是这样，送出1次助攻左右呢，这就是捎带手的，对方一旦出现夹击，各方面往外随便一甩呢，一场怎么也能混个1到2次助攻。3到4次助攻呢，就是类似姚明这种风格的，传球能力可能说还更强一些，靠着这个中近距离附近这种个人吸引夹击啊，然后往外分球，他本身的策应能力挺强。如果是8次助攻呢，那这个进攻区域肯定是更加靠外的。助攻数就是这样，尤其对于一个5号位，1到2次你的终结领域，那通常都是在合理冲撞区附近。而如果说3到4次呢，中近距离附近、中远距离，少点儿。如果说这个场均助攻在8次左右，那一定是在三分线弧顶附近支配球权的，而且你本身呢还得有三分威胁，这样才有可能送出这个8次左右的助攻。作为一个5号位啊，那如果是这么打呢，姚明就是正八经的一个组织中锋了，那属于是完全是统治一支球队所有球权级别的，类似于尼古拉约维奇这种打法呢，本身给人留下印象就更加深刻，更像是一个 MVP 级别球手。如果是这么打，26+12+8，那西部第一的话呢，能夺得 MVP，这西部第一拿 MVP 是稳的，这种数据本身就是绝对的 MVP 级别层次数据。约基奇之前仅仅是西部第四、第五，他都拿了 MVP 了，你算一算，第三呢，是不是干到第三呢？那也是之前快船呢本身怂了，选择最后阶段放水，挑了个对手，导致掘金队上去了。如果掘金队他一开始就西部第一，约基奇这个 MVP 啊根本都不会有丝毫悬念。姚明同样如此，那这样一来就是 MVP 啊加总决赛啊夺得冠军呢，两者合二为一啊，历史你别说进75大了。这种级别的巨星，那通常呢，就是前30了，甚至前20都有可能拥有姚明的位置了。姚明届时有没有可能超过凯文杜兰特呢？不见得，但距离杜兰特也不会太远。那类似德克诺维斯基了。这么一来的话，那进什么75呢？太低估姚明了。那就进前30大都有姚明，比卡尔马龙地位都高，所以那就不用合计什么75大了，稳了那就。20秒哥，与帝足坛10号和篮坛23号哪一个号码历史地位高？另外哪一个号码的选择对象，选择对球员压力最大呀？范乔丹选择23号，你估计是出于什么心理呀？范乔丹选23号呢，他这个心理一定就是效仿迈克尔乔丹，都这样。范乔丹他岁数不算说太小，你要说他是00后的一位球员，那也许呢，人家尊重的不是乔丹，而是科比布莱恩特。那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个范弗利特呢，他这个年纪明显是还是冲着迈克尔乔丹去的。他岁数不算太小了，28、29了，这个年龄段的呢，27、28起码是。
所以他就是为了激励自我呀，就穿了乔丹的号码，篮球之神嘛，这是有特殊含义的。整个篮球世界呢，只有23号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殊含义，其他号码都没有。你就包括什么美国国家队呀、9号、10号，这都扯淡。这美国国家队这帮人经常换号码，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个队内最强的一定穿9号、10号，这是不见得的。至于说在每支球队当中呢，也没有一个真正特殊的号码，什么0号啊、3号啊，这个也都有一定的传奇性。8号、24号啊，但是也差点，就23号是绝对独一无二的。而这个足球领域当中的10号呢，一般来讲是球队当中最优秀的球员，但是考虑到呢，在任何一支球队当中啊，他的特殊指向意义并不完全指向于一个球员，所以就是足球领域当中的十号呢，泛泛的概念要更多一些，这就不像说23号，直接指向迈克尔乔丹，我感觉还是23号吧，这个位置更高点。当时，但是至于团队当中这种，至于团队的特殊意义，那十号可能说足球领域这个十号啊更特殊一点，往往身披十号，一般来讲就是核心主力，你除非说是队内前几位核心，要么就是功勋卓著的老将。否则的话，没有资格身披十号。篮球领域呢，23号就是单一指向性极其明确，篮球之神。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位。现在你别看说这个詹姆斯的也是23号，他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他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号码。他也23号呢，永远的，只要说未来呀，他超过不了迈克尔·乔丹整体成绩，那永远活在乔丹的阴影之下，有点吃亏了。这个勒布朗·詹姆斯的。C 罗的7号啊，这都一般。这个贝克汉姆还7号呢宇哥，中年粉丝，NBA 里谁是及时雨、智多星、铺天雕、黑旋风、拼命三郎、通臂猿、金毛犬、古上嫂啊？NBA 里谁是这个及时雨？及时雨，我感觉还是这个勒布朗詹姆斯吧。及时雨嘛，仗义疏财呀。詹姆斯确实花钱这块儿，对于兄弟呢是丝毫不吝啬的。无论是个人赠送小礼品呢，还是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啊，为兄弟谋求一份更高级别待遇的合同啊，他都是可以说是竭尽自己全力为了兄弟做一番支撑的。所以及时雨呢，就是詹姆斯吧。智多星呢？其实这个在《水浒》当中啊，智多星他也是个狗头军师吧，就属于是哪种类型呢？有点学问，但是心思也不见得那么紧密，出点点子呢，也不见得那么高超。有时候呢，甚至扮演一个类似于哪种属性呢，还经常容易坏事儿，就这么一个军师形象，有过一些功劳吧。你像这种呢。差不多就是谁能扮演呢？球队当中啊，有一定的话语权，位置呢不算太低，但给出的点子呢，经常也容易走岔道。智多星吴用，差不多就是这个。当年雄鹿队谁呢？雄鹿队这个乔治希尔吧，差不多啊，乔治希尔啊。有两下子，他本身也是控球后卫，但是能耐其实相当一般，在整个联盟当中呢，不是那么显山露水，也不是说毫无规划能力，也有一些特长，偶尔呢也能建立一些功勋。但总体来讲呢，是个挺一般的这么一种角色形象吧。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啊，这里边再包括呢其他一些年代。朝代就是更替阶段涌现出来的诸多谋士，刘伯温呢，诸葛亮啊，这个跟这些人相比呢，这吴用啊是根本就比不了的，明显有差距。所以这个乔治希尔呢，挺像吧？乔治希尔啊，智多星啊，乔治希尔，铺天雕呢？铺天雕李应那就是。差不多是那谁吧，这个卡佩拉铺天雕啊，他怎么讲呢？个儿大。这个铺天雕，你要说是特雷杨呢，不太像。
他是个雕，而特雷杨呢是玩雕的，他俩不是一码事儿。所以铺天雕是这个卡佩拉空袭篮下呀，以上四下呀，轰炸篮筐啊，挺像一个雕该有的作为吧。黑旋风呢，两个板斧啊，舞动如飞啊，厮杀如命啊，甚至有时候呢，难分敌我呀。像这种超级莽汉呢，我感觉是这个西恩威廉姆斯吧，挺像，就属于是看起来挺凶悍，实质上技术这块呢，相当一般。你比如说这个没面目交挺啊，靠一手相扑本领都能把这个黑旋风给压服，但是没面目交挺呢，真说跟其他那些高手直接较量，仅就摔跤角度，他都不见得好使。由此可见，这个李逵呢。所谓的功夫呢，也就一般般。真说这个没面目交情，摔武松或者摔这个鲁智深的话，我感觉大概率是摔不过的。所以这黑旋风就是西安拼命三郎，拼命三郎。小弟形象啊，然后复仇啊。拼命三郎，这角色不好找。拼命三郎啊，这不是特别典型。他当中体现的性格各个方面呢，没有那么突出，而且这个武艺啊，就用的兵刃呢，也没有那么特殊的标记吧，个人印记少一点，这个人物形象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立体吧，比较单薄。当然，他也有过一些功劳，比如说打这个祝家庄啊，作为内应啊，而且为了自己兄长啊，也算是揭露了一段奸情啊。你这样的具体谁不太清楚？没有太适合的，通臂猿呢，长胳膊呗。通臂猿就是这个杜兰特，也可以是通臂猿吧。通臂猿杜兰特就属于是手长过膝嘛，这种类型。金毛犬呢，这个当时这个金毛犬呢，施耐庵呢，不是这个施耐庵，他做这个《西游记》呢。起这个外号啊，后来也是实在没辙了，因为外号这玩意儿其实挺费脑细胞的，100单8将，每个人安排一个特别恰当啊，这只能说呢虎头蛇尾了。初始那几个呢，都是各有各的文化寓意啊，本身文这个外号起的呢也算是比较别致，甭管优不优雅吧。起码能够符合这个人物本身特点的，只有这个金毛犬呢，后来这个。起的有点掉价了，到最后阶段差不多就是，反正也不是多重要的角色，差不多给你个外号凑合用吧。起了个金毛犬，没有想到后来这个真有金毛犬了，这一下这个金毛犬段景柱，现在你再结合这个外号呢，很难联想它到底是什么形象了，是可爱呀，还是说这个挺凶残呢？但是你要说凶残的话，外号叫金毛犬呢，现在看起来就，不太对路了。所以这金毛犬呢，就是比较温顺吧，现在只能这么理解，相对来说比较温顺。那这个比较温顺是谁呢？相对来说比较温顺呢，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呢，本身又是一袭金发呀。说实话，在 NBA 联赛当中，一袭金发几乎没有啊。这个在欧洲还情况不一样，因为欧洲很多传统白人呢，他真是天生就一脑袋金头发呀。但是 NBA，你说谁？是一袭金发呢，根本没有，全都是黑头发，这点也邪了门了，没发现呢，到底谁是金发呀？东契奇也不是金发，他是黑头发。金毛犬呢？段景柱，金毛犬。说实话，这个东契奇外形倒是挺像，有几分相似之处，更像那谁吧，尼古拉约奇吧。金毛犬呢，他本身挺胖，挺像个胖金毛吧。至于说古上少呢？则是轻功了得呀，古上少那就是偷盗啊，偷鸡摸狗啊，这样的这个安排谁呢？这古上少，
古上少，这现在不是 NBA 不有那谁吗？就是这个大球，他二弟就是二球，好像也来了。现在是为哪支球队效力我忘了。二球最适合古上少，本身就是有盗窃前科。之前那会儿啊，这玩意儿有那么句话嘛，当然这话不一定正确啊，但是一招当小偷呢。时时都会被外界防备，甭管说你何时出现在更衣室内，瓜田李下，难免受到其他人的采集。没有办法，你之前就干这个的，所以当小偷当又如此之名，这一下完了，今后不带我混了。像这样的，本身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确实是这样。他再怎么说不在乎，但是多丢人呢。偷东西，这跟当年什么这个鱼贩盗局啊，还是两码事儿。鱼贩盗局呢？本身写进二十四孝了，好像是不是？二十四孝当中有他呀，是为了病重的老母亲，抛弃了自己的一定的读书人的尊严，席间偷个橘子，而且不得不讲啊，人家去吃席，临走拿个橘子，这玩意儿怎么讲呢？这你能说叫偷啊？这偷我感觉这个词儿用的也是有点过分，因为你说你这个连个橘子都不让人拿走啊，这捎带手拿点水果也算犯事儿啊。那你这是人家，你是把人家请来的，拿走个橘子，我感觉这不算奇怪，不能说偷，这只能说，可能说当时呢，对于偷盗啊，他的标准要更加严苛，不告而取视为偷，所以呢，没有提前告诉主家，自己就选择私自下手，偷摸藏兜里，这可能说就要偷了，但是他这个还算是情有可原，但是这个二球呢？这就很难解释了，他偷的是奢侈品嘛，完全是自己用的，这个不足为取。再有谁不足为取呢？霍顿塔克，他也可以称为这个古上少吧。他之前偷过这个西瓜嘛，谁知道到底怎么想的？一个黑人球员偷西瓜，本身这是更加磕碜。要说整个 NBA 历史偷东西，谁实质上就按理说是最不能为人所容忍。其实，在美国，你说你买不起一个西瓜呀，那是不可能的。霍顿塔克但凡要点强，到麦当劳之类打个工，你别说几小时，一小时就能买嘛。而且你自己一个人啃一大个西瓜，你能吃了啊？打工一小时，按照最低时薪标准，也得十几美金嘛。十几美金你买不起一个西瓜呀，那是不可能的。买半拉够吃得了呗。但你看霍顿塔克呢，这就属于是典型的哪一种呢？就是习惯了，不劳而获了。天生就是看见便宜不捡的，就算是丢了。那会儿可能说进门的时候呢，就本身有所察觉，这个超市安保系统挺薄弱呀。你说这么一个超市，我既然来了，你说我能空手出去吗？这玩意儿这个叫人笑话呀。所以他就感觉，得下手，一时之间手痒难耐，因此呢，见财起意。捧了个西瓜走了，结果被人逮住了，揪回来，多磕碜！正常来讲，一个黑人球员偷个西瓜，西瓜本身有一定的种族歧视含义，这是更是让人感觉给黑人丢人呢，给很多无数的黑人兄弟抹黑呀，是不是这样？那简直就是授人以柄嘛！再过多少年呢？这个美国当地真说再掀起一股什么这个啊？很多白人呢，再挑点茬的话，你看没看到当年这个霍顿塔克呀，超市就偷西瓜嘛，这样的，天生爱吃西瓜，那你就这就完全是，违背了自己种族的尊严和立场嘛。这种行为做之前就应该慎之又慎的，应该谨慎思考。但是霍顿塔克就让人儿，你要说他家里穷呢，没说嘛，你这家里再穷，年纪轻轻稍微打点工，你也能自食其力的，饿不死人的。只能说，就是，就天生乐意捡便宜，天生就是手长啊，天生有第三只手。霍顿塔克可以称 NBA 古上少吧，就是偷东西这一领域，他比这个二球啊之类的，这都丢人，都丢更丢人呢，他比二球更丢人。
这玩意儿，这个人呢都得明是非懂善恶的。你有些事儿呢，你既然说了解，一旦说做出之后，给自己的这种这个反噬后劲儿这么大，那你之前为什么下手？而且霍顿塔克可不是个孩子了，你别一整他这个岁数小，当时他接近选秀了，已经上了大学了，据说是不是这样？那会儿霍顿塔克呀，你岁数已经不算太小了，你干这个事儿一点心理谱都没有啊，下手小偷小摸，家教不严。终究是什么？宇哥，假如西北各大球队都可以引进一个 NBA 现役球星做增强，你觉得各大球队会选谁呀？西北各大球队都可以引进一个 NBA 现役球星做增强啊？你觉得各大球队都会选谁呀？那当然挑强的选了，当然最好不要是太老。你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呢，我感觉啊，就他现在这个抗性各方面，尤其西北联赛呢，一直以来低位他有蹲坑中锋。当然詹姆斯如果是巅峰期他，那简直可以无视。问题就在于呢，现在的詹姆斯不是那种打法了，他不是大量飞天遁地了，更多还是一种指挥调配啊，低位坐打这种类型了。突破分球呢，威胁相比再早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去年呢，这种季后赛啊，或者上个赛季这个季后赛啊，显现就非常突出了，已经不行了，进球有点吃力了。所以这会儿真说首选一个外援的话，来 CBA 打球，不要詹姆斯，肯定不是第一选择。凯文杜兰特呢，他问题是遭遇个跟腱断裂，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折手里呢？这个引进杜兰特一定是花着巨大价码的，你没有个千八百万呢，恐怕费劲。这就属于什么呢？西北联赛或许随着这个联赛的吸金能力，不断在走高，而且呢，出于宣传需要啊，出于吸引或者说调动起国内巨大的球市潜力这方面的目的啊，引进一个凯文杜兰特，整个联赛呢重磅引援。但是千八百万，你说引进杜兰特呀，跟腱已经断过的一个球员，那未来到底有多强的续航能力呢？常规赛打打停停啊。季后赛长期高挂免战牌呀，这下就毁了。那引进了，那不白花钱吗？不能学篮网，第一年呢，仅仅是花着三四千万的高额薪水白养一年的，这个西北球队呢是难以经得住这种巨量消耗的。所以你考虑到西北有限的规模，引进超级巨星呢，扛着巨大的薪水压力，财务亏空，不能冒这种风险。所以不选这个杜兰特，选谁呢？字母哥阿德多昆博呢？我判断啊，如果真说能选的话，就选字母哥。这样的能打，主要是，而且他大步迈开，西北谁能跟得上啊？那简直冲起来如入无人之境。你别说别的，仅仅场场通过暴扣拿个二十多分玩一样，更何况他面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防守球员呢？中远距离不是不能投，阿德多昆博看什么级别？你看没看到本西蒙斯的训练场上三分球投的不算太差呢？但是到了 NBA 这种级别的防守压力呢，不行了。所以字母哥来到西北，中远距离呢也都差不多能够作为常规的进攻手段，更何况就低位强攻这块没人能拦得住他， NBA 都谁都拦不住，更何况西北。首选还是字母哥吧，这样的扛用而且又年轻，真说花一份高薪首选字母哥。紧随其后呢，选谁呢？现阶段我感觉选这个紧随其后啊，紧随其后爱谁谁吧。卢卡东奇啊，东奇行，对，紧随其后就选卢卡东奇，又年轻又能打，而且他熟悉飞巴赛场的规则。卢卡东奇呢，也就是身材优势这块不像字母哥，字母哥真是攻守一把抓，但除了字母以外，第二位的就是卢卡东奇了，绝佳选项。排到第三位呢，第三位哈登啊，哈登，哈登塔图姆啊，对，排到第三位，我感觉选这个斯通库里吧，因为库里就是身材这块不像另外那俩呢那么有优势，再者一点，库里呢在飞巴规则之下没有卢卡东奇那么熟悉。
这点可能说吃点亏，年龄呢稍微偏大，但是战斗力绝对十足，而且目前阶段还是挺牢靠的，这个体格也很少出现伤病，所以排到第三是库里，往下爱谁谁。雨说体育徐鲸宇啊，鲸宇，科比是不是分位技巧能力的天花板了？我明天就出去旅游，假期以后再来看你，我会想你的。再见了，各位观众，再见了啊！那这位这个徐鲸宇啊，明天就出去旅游了，这是提前出去就旅游了，这没到十一呢嘛？这明天是多少号啊？不是29号吗？提前放假。这个科比是不是得分技巧能力的天花板了？得分分位技巧啊，分位技巧差不多吧。尤其巅峰状态之下的科比，三分球也准。科比呢，他只是受限于什么呢？早些年那会儿没有那么强调三分球。当然，你要说这么讲话的话，迈克尔乔丹也站出来反对了。那我这个早些年也是因为联盟不流行三分远射，我才没有大量练习的。你要说这个角度，他可能说唯一短板就是远射这块儿。杜兰特呢，远射是强，但杜兰特的技巧展现呢，没有科比那么丰富，因为杜兰特更多还是属于是天赋型的。杜兰特的单打，真说各方面的影响占比呢，天赋占了70%，技巧占了30%。詹姆斯其实差不多接近，就属于是单打角度，天赋占了70%，技巧占了30%。就我指的这种具体的运用比例，不代表人家技巧不好，技巧也非常好，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他们打的简单直接。科比呢，差不多是5-5开，这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技巧展现方面，在篮球领域也算是一种极致了。因为如果你完全没身体也不行，你也很难成为超级巨星嘛。尤其得分后卫位置，这个对于高度还有一定的要求。得分后卫啊，科比是基本上算是得分后卫技巧领域的天花板了。目前阶段是无出其右吧。目前呢，乔丹如果说都比起来费劲的话，那其他人谁好使呢？谁也比不了。麦迪打法也是，他更加倾向于杜兰特那种风格。就跟科比不一样，这么一比呀、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几开？5-5开吗？家和园爆米花，这位观众啊，宇哥给你1亿，但是必须要选其中一项为代价。一取带孩子杨幂，二取带孩子佟丽娅，三取美娜呀。带孩子，这个给我1亿啊！这家这个那简直哪有这好事？重金求子啊！这个给1亿的话，那谁都行。这给1亿啊，不给钱呢，你这不用1亿啊。不给钱的话，顶多就是哪一块吃点亏呢？就是身份证啊，或者说在于去注册呀，从这个头婚变成二婚了，这方面可能说吃点亏吧，但是相比于收益而言呢，绝对划算。所以这还用得着给1亿啊？不用给1亿，这个免费都有，有的是人干的。峰哥永远的神，这位观众，宇哥自私三人组。啊，自私三人组成一队，什么水平？欧文、西蒙斯、维金斯，还有现实中发生像西蒙斯核心成员要离开，怎么避免和挽留？欧文、西蒙斯、维金斯，他们是自私三人组啊。这个本西蒙斯，我感觉呢，他很难称之为自私三人组吧。他当然，他有一定的自私，但问题是，你像身处合同期内呀，这会儿就闹着离开呀。联赛当中不光他一个，你要这么论呢，那他有前辈的，你就包括之前的詹姆斯、哈登啊、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那都是有合同在身情况之下，立即就闹着离开。而且无论是浓眉和哈登呢，他俩想走的那个阶段，虽然说后来是去报道了，参加什么一块训练了，但是打球态度呢，明显就是身在曹营，心早已在汉。就是心早已飞出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属于是没有灵魂的他参与球队合练呢。其实有还不如没有呢。你有你呢，球队反而打得不见得更好。团队氛围啊，新的领袖啊，人也
这个急需确立站着位置呢，回来跟没回来也差不了太多。因此，本西蒙斯呢，我感觉他既然说屈以决呢，在某种程度上事儿呢要干呢就干到底。你如果说半道呢你又怂了又回去了，那你回去也跟没回去差不多。跟队友之间如何磨合呢？这个没办法，想走呢那就得一条道跑到黑嘛，都是这种操作。至于说这种操作它本身算不算自私呢？算自私，但是达不到维金斯和欧文那种程度。那另外那哥俩确实是非常自私。维金斯现在怎么讲呢？他已经是下定一条心了，就是说哪怕牺牲一半薪水，我也要继续坚持了。而且现在勇士队内的其他一干队友对于维金斯呢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里边包括斯通库里在内，库里的发言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勇士队这样一种官方发言。库里呀，他毕竟是球队领袖嘛，而且库里向来呢以和蔼著称，通常他不会对队友的行为举止指指点点的。但是这次库里话明显放得更硬，就是说维金斯这种行为呢，你都谈不到可以接受了，用这个词呢，似乎说不是很恰当了。我们只能说期待接下来事情有变化，我们能够以完整阵容应战。对维金斯这种做法是感觉相当遗憾。这里边就是这个伊戈达拉呢，无论什么时候老是装这个烂好人呢。伊戈达拉真是这种角色，让人看起来呢，就属于是哪种呢？他总好像说站在道德制高点，实质上呢，经常扮演一个类似背叛团队的角色。他总感觉好像说自己呢，这么做完之后谁都不得罪，是不是？这包括早些年这个什么，在掘金队内呀。他没有在队内的会议当中公开指出主教练卡尔他想要伤害库里这方面意图的不对，而是选择私下告密，就说两方面呢他全都讨好。在掘金队内呢，他也保持了自己名誉，好像说呢我也是为了球队奋战，而在对手那块呢我也提前通风透露消息，所以他那儿啥都要。再包括之后啊，坎杜兰特他复出那会儿也是，其他人也没有站出来，真说像伊戈达拉这种啊，什么这个啊这玩意儿，这个谁也不能逼迫坎杜兰特如何如何唱那番高调，其他人没有讲这话。因为那个阶段真说，正常人的心态都属于啥呢？包括之前上赛季浓眉，你看没看到？以及篮网队哈登，谁也别挑谁。之前杜兰特他带伤出战呢，这是属于一个超级明星应有的自觉。这会儿那就是当仁不让，我无法向后退的，我的职责，我领的薪水，我的队内地位，那就不允许我轻易选择退缩。所以那会儿杜兰特，那这就是他该干的。如果医学条件已经允许，你就得出来，这玩意儿你是不能往后退的。你看没看到詹姆斯哈登，医学条件不允许，他都出来了。詹姆斯哈登这个，起码就当时医学报告角度更加难得，医学报告是不允许的。浓眉跟安东尼戴维斯医学报告也不允许，就你腹股沟拉伤，现在不应该回来，有可能加重伤情，他还选择回来，这就是超级巨星，就只有伊戈达拉这样的，唱高调，这挺恶心，说实话，这个人啊，就关键时刻就一遇到这种事儿，就站出来一个这种烂好人，相当恶心，这不恶心其他人的吗？那意思说这个啊，什么库里啊、汤普森、格林之类的都没有同情心的，都不尊重维金斯的个人选择，明显拖了团队后腿嘛。而且这事儿是有点反科学呀、反智行为呀，你怎么还能支持呢？伊戈达拉这个行为严重值得商榷，差点。北城以北啊，宇哥，如果这个迈克·比斯利态度端正、刻苦训练，能否在如今的联盟立棍啊？很多人说他的天赋在坎杜兰特之上，请有一个说一下他到底什么层次？迈克尔·比斯利啊，能否到如今的联盟立棍啊？这玩意儿，这个真说一名球员呢，他成长不好了之后都得怪啊，就是他本身这个不够努力，那这玩意儿也不见得吧，也不尽然吧。因为一名球员呢，进入 NBA 之后，他是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是限制或者说助推他未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的，这不是单一的是否努力这个事儿。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迈克尔·比斯利同样如此。早些年那会儿他就是在热火队
热火队内有个德文韦德，韦德本身就是一把嘛，而且韦德那种打法呢，属于是掌控球权类型的，他基本小勒布朗詹姆斯吧，在他身边呢，如果说你是个榜眼的话，绝对不会拥有那种在烂队能够拥有的无限开火权，以及按照你的打法方式调整球队整体的进攻思路的这种权利，没有资格嘛。在韦德身边，这个比斯利呢，眼看着其他人啊，同时期的纷纷迅速成长，他感觉有点坐不住了。那会儿对韦德呢，甚至有一些微词，对外讲话说这个热火队不光有韦德，还有我自己呢，这玩意儿我也是个腕儿，引起了队内老大哥韦德的不满。那你队内更难混了，这不是你的球队吗？况且那会儿热火队啊正在密谋大事，2010年呢引进勒布朗詹姆斯，那这个比斯利之类就只能是被迅速牺牲。那这样一来，这比斯利刚刚算是站稳一点脚跟，又迅速被清除组队。那会儿他这个年龄呢也是比较尴尬，就是被离队之后呢，也不是那么特别年轻一个球员，也不是说刚进入联盟1年迅速被清走，不是这样。他这个年龄也比较尴尬，大不大小不小。再加上当时呢，连续2到3年遭遇的挫折呢，导致自己就心态这方面多少也有了一定的懈怠，有了一些暴躁情绪。这跟之前呢，可能说就差了不少。再参考凯文杜兰特他所在的雷霆队给他奉上的无限开火权，心生羡慕，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嫉妒。你这样一来呢，心态难以平稳。你那心态一旦不稳呢，就不利于你长远发展。所以心态嘛和周围环境，最终努力呢，谁都想努力。比斯利他也不见得说是天天不去球馆训练，不是这种类型，也正常去。他是后来呢染上了各种毛病，而且你要真说染上各种毛病啊，凯文杜兰特你了不了解？在美国呀，他平时真说这个生活习惯各方面特别健康啊，这也是扯。这杜兰特生活习惯据说没有这么健康，在这个美国呀，你要了解你就会清楚。但这玩意儿，人家不健康，人家照样能打嘛，对不对？这就是人家已经成腕儿了。六哥不在江湖，静宇，假如你是 NBA 球员，放出话交易我就立即退役，是否可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呀？做不到。之前那会儿，欧文我不讲了吗？他之所以放这话呢，就是因为他早已嗅到篮网队想要交易他的苗头了。这放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通常都是他已经了解，就篮网队差不多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正在张罗把自己卖掉，所以他才对外进行这番放话。要不能说我最早那会儿就做出了预判，篮网队大概率是会用欧文换这个本西蒙斯。现在阶段之所以迟迟没有出手呢？这属于是双方之间进行博弈的一个阶段，因为本西蒙斯他这种类型呢，他目前身处的现状，这就导致他的交易行情一定是每况愈下的，越拖呢，七六人越拖不起。所以篮网为什么说一直观望呢？欧文是个典型筹码，一定是主要以他为交易资产去进行对调的。现在没动，就是在等本西蒙斯交易行情进一步下跌。等届时费城七六人彻底坐不住了，奉上未来的一些选秀权之类的，倒搭未来资产换自己球队的凯瑞欧文。因为七六人这说有机会弄来欧文呢，应该是不会犹豫的。现在就看七六人能够除了送走这个西蒙斯之外，还愿意付出多少未来代价了。之前那会儿差不多就有这种苗头。拖到最后呢，费城七六人他甚至有可能额外再送出一个首轮加2个次轮换凯瑞欧文，没有办法。到了最后阶段，那就是七六人耗不起，因为他不可能说整个球队陪你耗。那大帝恩比德呀，人家也是渴求球队能够在团队成绩这块飞得更高的，那不可能说荒废一年，荒废一年，今后把恩比德又得罪了，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彻底白白相亲过程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了。所以七六人等不起，早晚会跟这个篮网做交易。现在阶段，这个欧文之前之所以放话，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不可能的。交易之后，真说他立即就选择退役，能真能干出来这种事儿啊？不得不说，这个事儿也挺让人感觉担心的。
如果真是交易完了之后，欧文当时拒绝出战，当时选择退役，七六人那真是亏得没边儿了，那简直这个难以想象啊！那整个这支球队这就崩溃了嘛。真说这个欧文直接就退役，钱我也不要了。以他这个个性来讲，之前也没少挣，场外收入各方面也不菲。万一真是这么有刚，那七六人当时傻眼，这属于是超级的两败俱伤。但我判断，欧文一旦拥有跟大帝恩比德携手搭档的机会，而且呢，之前刚刚被篮网队甩卖，以他的个性，一定是会选择复仇的，走一条复仇之路，不可能说就是被人欺凌、被人甩卖、抛弃之后，自己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定是选择逆袭的。欧文呢，那届时就好看了，我感觉真是把欧文交易走出来，那届时就好看了，整个东部啊，话题性就更强了，而且欧文加恩比德。在东部，我感觉如果说配合得当的话，欧文只要说他在不再闹事儿的话，当然他如果再闹事儿，七六人也完。他只要说不再闹事儿，欧文跟恩比德这一对组合，这是值得想象的，有点类似当年的 OK 组合嘛。你这么一来的话，再配合上这个托拜亚斯·哈里斯啊，队内其他一些年轻的防守干将啊，我感觉绝对行，费城七六人那就容易起飞。看吧，那到时候那反正挺好看，这么打呀。怎么看这个 XJ 王小胡代言阿迪呀？小胡代言阿迪不太清楚，你说这什么 XJ 王呀？不认识。至于说什么这个现实当中有像西蒙斯这种核心要离开，怎么避免和挽留啊？这个很难避免吧，因为这个顶级球员呢，起码就是你够得上顶薪级别的，他们钱都没少挣，他们也豁得出去。真说想走呢，一意孤行的话，往往最终拖不起的还是球队，这就是双方之间的。耗下去的代价不一样，为什么之前很多这个媒体都讲，本西蒙斯一旦这么拖下去呢，到了这个发薪日，他会损失多少金钱？但是你不要忘了，本西蒙斯损失的金钱呢，也就那几百万，大不了我整个一个赛季不打，损失1000多万。但你了不了解这个费城七六人，因为本西蒙斯这种操作，他得损失多少钱呢？养一支球队一年的花费，那是1亿多美金。尤其你像费城七六人呢，这种还交奢侈税的球队，那养着球队啊，这个薪水支出更是非常巨额。这么一支球队，如果说出现内部的严重不和的话，有一大战力呢，始终拖拖拉拉不给球队效力的话，那这一年下来1.5亿有可能打了水漂。当然，你可以讲啊，这通过票房之类的还能够进行一定的回收啊。但是这种如果说你拖下去的话，这是严重伤害球迷的，不光伤害球迷呢，还会影响队内其他的核心主将他们的心态，包括这支球队啊，下赛季他的争冠的信念都会出现动摇。那这个损失可能说就不止一年，也许未来连续数年呢都会受到影响。大帝恩比德呀，合同期一旦结束，或者说呢，他眼看七六人总是无法做到快刀斩乱麻。那届时大帝一气之下，他再申请交易的话，那整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双方之间拖下去耗下的成本呢，它不一致。这一点呢，就形成了一种颠倒。你比如说社会上啊，有一种现象，尤其在这个欧美地区嘛，就这个通常来讲呢，你比如说这个大公司，真说这个想跟一个普通老百姓跟你耗下去的，跟你打官司的话，你拖不起，因为你的收入是有限的。我一个月就挣这个3-4千美金啊，作为美国当地一个差不多接近中产级别呀，不是大城市吧，挣这些钱，那你哪有那功夫天天奔波于法庭和你这个自己的家之间呢？没有时间嘛。所以大公司跟你耗呢，人家花得起钱，你花不起，久而久之就很难拖得下去。但 NBA 联赛就不是这样，本西蒙斯呢本身也是个腕儿，再者一点。双方之间的损失程度呢也不一样，因为大公司这个法务呢，他待着不干活的话，他也是花钱，所以这不是一码事儿。
但是 NBA 球队当中这种现象就是球队反而更耗不起，因此你看没看到，无论是浓眉啊，还是这个哈登啊，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老板当时就已经是沉不住气了，就必须赶紧给我交易，差不多损失点我也认了，就是清理出队吧。本西蒙斯最终也会收获胜利的，其实里奇保罗一点不傻，他已经看透了目前联盟交易市场或者说球星啊他们的转会市场当中的真实的彼此之间劳资双方的博弈关系了，已经看透了，最终胜利的一定是本西蒙斯，最终还是会走。北城以北，宇哥，如果当年科比进入联盟之时去了凯尔特人，职业生涯会是怎样一种轨迹？能达到如今成就吗？鲨鱼是否可能一个冠军拿不到？如果科比真是这个一开始96年呢就去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那他就是凯尔特人的舰队核心了。因为96年呢，当时绿衫军确实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后来保罗皮尔斯那都是98年之后才陆续进入 NBA 嘛。那保罗皮尔斯呢，就是给科比打下手了，就是个小弟了。而且皮尔斯呢，他本身能力啊也不如科比那么强悍。科比在绿衫军呢，如果说真是96年加盟绿军，98年迎来保罗皮尔斯，那么我判断2000年开始，就是保罗皮尔斯差不多新秀，刚刚过去2年左右，以他的战斗力规模，结合科比布兰特飞速的成长，他俩携手的话，在整个东区呢，有可能没有对手，因为你比如说当时都哪支球队比较强呢？印第安纳步行者呀，雷吉米勒这样的领军的球队，雷吉米勒整个职业生涯入选过2次三振，2000年时期的科比足以吊打雷吉米勒，雷吉米勒就这2下子，进攻端没有那么强，阵容班底周围什么杰伦罗斯呀，也远远不如保罗皮尔斯优秀，所以绿衫军呢，这也是豪门球队。拥有这两位，一个后卫，一个锋线，作为支撑双核架构的话，往前冲呢，绝对是有前途的。至于说什么费城七六人呢？七六人就一个阿伦艾弗森。阿伦艾弗森如果是跟科比他俩是同在东区一块竞争的话，艾弗森不见得能斗得过科比。更何况人家身边还有个保罗皮尔斯，而艾弗森身边呢，只有个这个穆托姆博。穆托姆博是个防守型蓝领。肯定不行。至于说什么活塞呀、铁血防守啊，04年左右活塞才真正登顶。但是04年那会儿，保罗皮尔斯早就已经成熟了，科比那会儿也是联盟当中的一线大腕了。活塞未见得能现出这样呗，他俩都是铁血硬汉，他俩根本不怕活塞这种类型的防守风格。因此，我感觉真是加盟绿衫军的科比非常有可能成就比今天还要更高，那就一开始就是球队老大，这就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了。这不像说在湖人队跟随奥尼尔拿那3连冠的，有当然是对于科比来讲，他的职业履历也是挺闪亮的一笔。但是毕竟考虑到科比他追逐的目标啊，以及他职业生涯结束之后定位的方向啊，级别呀太高了。所以前3连冠呢，显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毕竟是个二当家嘛。而且奥尼尔呢离开了科比之后，你参考啊，之前当科比没有真正成长的时候，奥尼尔每次遇到邓肯都是败北，而且被血洗的挺惨，根本打不过邓肯。哪怕是这个2000年之前，99年那个时代，当时还这个没有允许联防呢，还是大量的低位一对一的攻防呢，他也打不过邓肯。99年呢，后来03年呢，04年呢，见着邓肯也是被收拾。这是奥尼尔，如果真是没有科比的强势辅佐的话，奥尼尔白费。他之前那会儿其实也有过比较优秀的搭档，但只要不像科比这么优秀，他就做不到夺得冠军。之前那会儿，他也这个往前冲过，包括跟谁呢？跟这个便是哈达伟嘛，俩人携手啊，结果打到了总决赛。被对方4-0横扫，这是奥尼尔。因此，奥尼尔没了科比之后，以他的职业态度，以他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领袖气质，职业生涯冠军数量呢，绝对不会这么多了，差不多1到2个，最多顶了天了。而科比呢，起码老大冠军，我认为打底儿差不多能拿3个左右，老大冠军，结合他20年的职业生涯，差不多能拿3个。
未来加内特还有可能去加盟凯尔特人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奥尼尔确实一般，奥尼尔那之前那不每次遇到邓肯哪次不会抽他？他只有在00到这个02年那3年起点，才这个西部啊，可以说所向披靡呀、啊。那会儿呢情况不一样，那会儿其他年份就根本打不过邓肯，也打不过奥拉朱旺，他没有那么无解。那个阶段也是马刺队呢，2000年到02年是马刺队整个21世纪这20年当中呢，相对来说最弱的那几年了。你不能说就是邓肯在队的时候，相当于是最弱的几年了。没有办法，那会儿只有邓肯能打，身边没有二三当家。大卫·罗宾逊早就老迈，你包括99年在内，你感觉什么99年，最终马刺登顶啊，大卫·罗宾逊还对那什么二当家，当年他都不是什么这个最佳阵容成员了。而且那年的大卫·罗宾逊季后赛场均得分就15分左右，你说他是二当家，二当家也可以吧，但是他就形成不了真正说那么强势的比赛影响了，你已经形成不了了，他有点早衰。大卫·罗宾逊，所以说再到后来根本打不了了。所以03年当时只是一个板凳席边缘的角色，上场时间都有限。大卫·罗宾逊呢？这个20秒哥，雨地，老哥打算明天去割什么皮呀？国庆休养，87年生，迟嘛？恢复后战斗力会像奥登一样一蹶不振，还像杜兰特跟腱恢复后继续立棍啊？你跟他俩情况都不一样，你跟他俩呀，这个不是说给你带来多大伤害，不这样的，这个就是一个小手术，不是带来多大伤害。对，怎么讲？对于男性来讲，无论是生理卫生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这个不会有太大影响。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像奥登那种，那不可能的，跟杜兰特也不一样。划时代的天使，这位观众，字母哥已经几乎拿遍所有奖杯。如果他生涯现在结束，只能留一座个人奖杯，他会留哪座呀？字母哥现在已经这个拿遍了所有奖杯，如果只能留一座，他会留哪座？这样没有办法，只能留一座的话，还是留这个冠军奖杯呗。那没有办法，当然他个人奖项呗。你说个人还是团队呀？个人奖项呢，那就是你说什么总决赛 MVP 奖杯啊，把其他都不要，那你这就是总决赛 MVP 代表了这个他夺得冠军那个履历了，更多还是留这个总冠军奖杯。如果真是总决赛 MVP 奖杯和总冠军奖杯，他自己家里都有一个，因为都有复刻的嘛，也属于什么呢？给球员留作纪念呢，其实也代表了你取得的功勋。更多还是留这个冠军奖杯，我指的是它实质含义，实质含义留冠军嘛。也毕竟就一个冠军嘛，你等今后你比如说字母哥啊拿2个冠军了，再选呢，他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那就不一定选哪个了，也许会选这个自己第一年成为联赛 MVP 了，这属于是自己超巨迈出的第一步，也许就这么选了。那现在这物以稀为贵嘛，暂时刚刚夺得冠军呢。LONE 90秒，怎么评价新疆人胡明轩签约抵制新疆棉品牌阿迪达斯？胡明轩现在签约阿迪达斯了，这事儿我具体还不太了解，真是有这么个事儿啊？那这玩意儿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
有一定的避讳，这点我像之前呢就谈到过，关于科比布莱恩特呀，其实08年那会儿，他对于当时我们举办奥运会也是有过一番维持。那会儿也就是勒布朗詹姆斯，自始至终呢，就据我了解，有限的信息渠道，能得到的消息来源，以及结合呢，詹姆斯在2次关键当口，一个是08年，再有一个就是2019年，这2次关键当口。他都选择站到中国球迷一边，就这种履历来看呢，贯穿始终。那看来詹姆斯呢，应该不会说犯低级错误的，詹姆斯是没有。那科比当年呢，也有过一些情况，那这个时间一长呢，就淡忘了。再者一点，球迷可能说顾及科比呀、这种位置呀，不愿意提及吧。同样道理呢，你像胡明轩呢，签约这个阿迪达斯啊，你要说攻击呢，你怎么不找个个大的呢？总挑这个个小的攻击呢，胡明轩这肯定是有问题，但问题是呢，你仔细思考一下，思考思考啊，那国内比胡明轩腕儿大的、大的多的，那不也有吗？是不是这样啊？那广东队内这个胡明轩是队内图腾啊，那你这玩意儿这个说他，那就是看你到底是愿不愿意提及了。愿意提及呢，这个。那就有的是人儿，那你到底怎么合计？他签约什么阿达斯这玩意儿呢？只能说是再伤人伤吧，就这样了。他这个就是球迷也是有避讳，你要不怎么说都选择性无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一种双标吧，也算一种双标吧。那会儿闹得沸沸扬扬，也没有人挑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其实呢，也体育归体育啊，你也不是不能这么理解呗。影展树这位观众，NBA 里名字里含有保罗的主一队，含詹姆斯主一队，含凯文主一队，哪个最强？现役历史不限呢？乍一看就是这个凯文的有可能更强，因为凯文的你稍微一划了好多人呢，凯文乐福啊，凯文加内特呀，凯文杜兰特呀，凯文马丁啊，就这4个呢都是有号的。那杜兰特中距离单打立棍杀器呀，凯文加内特呢？攻防一体呀、虽然说进攻差点，但这活儿杜兰特实在不行，干一干吧。凯文乐福呢，能远射呀，能够跟凯文加内特组成空间型的内线搭档啊，也算挺理想。你要说尽善尽美，不太可能，因为单一名字这玩意儿，这个都挑出来一套无瑕疵的阵容，这个不太现实。有一定瑕疵吧，凯文·马丁呢也是造犯规能力很强，远射也精准。再包括谁呀？凯文、小迈克尔·伯特不对，他这个小迈克尔·伯特、迈克尔·伯特、凯文·迈克尔·伯特不对，他是就是叫迈克尔·伯特。对，凯文、凯文·伯特还有个小伯特，这个差点，凯文。凯文，还有凯文什么玩意儿？这个凯文麦克海尔啊，还有凯文麦克海尔呢？那这个更是黑人。麦克海尔如果有他的话呢，那就是他搭档凯文加内特了，那正是攻守一体了，就不要这个凯文乐福了。小前锋杜兰特，分位就是凯文马丁，控球后卫呢，凯文。凯文·约逊呢？大马呀，大马是叫凯文·约逊吗？大狗叫是罗宾逊，大马是叫凯文·约逊吗？是叫凯文·约逊，詹姆斯·约逊呢？大马，凯文·卢尼呀，凯文，就这几个吧，就这几个吧，其他再多不行。凯文·约逊呢？差不多能挑出来四个，挺顶级的4个。实在不行，凯文乐福呢，他就打这个3号位。现在瘦版本乐福嘛，他本身身高只有2米03呢，不行就打一个只有投射，类似乔哈里斯一般的3号位。然后2号位呢，凯文杜兰特，1号位让这个凯文马丁上，这不也挺强吗？保罗呢，那就是克里斯保罗1号位。保罗还有哪个保罗呀？
保罗没了，就保罗就一个，克里斯保罗。除此之外，没有太强的保罗了。拉里烟熏，对，保罗加索尔、保罗皮尔啊，对，保罗加索尔和保罗皮尔斯，克里斯保罗，克里斯保罗加保罗加索尔、保罗皮尔斯，一号位、三号位、四号位都有选项了，五号位呢？五号位没有，保罗乔治，这可挺猛啊！这么一算不一定啊，保罗乔治呢？还有啊，还有保罗乔治，挺猛啊！乔治、保罗，再加上这个皮尔斯和加索尔，这几个呢，真说当老大的少啊，这几个基本都是二当家，这几个，我感觉还是这个。詹姆斯这块儿就勒布朗詹姆斯，还有谁呢？詹姆斯烟熏呢？这属于是詹姆斯烟熏是谁？大妈拉里烟熏，詹姆斯烟熏呢？那就是詹姆斯烟熏不行，勒布朗詹姆斯还有谁呀？詹姆斯琼斯啊，这个是白给一样嘛？就勒啊，詹姆斯哈登啊，保罗米尔萨普呢？还有这家这个保罗米尔萨普，詹姆斯哈登。詹姆斯、哈登和勒布朗·詹姆斯，他俩挺强，其他就差点了。什么迈克尔、詹姆斯、沃西，还有詹姆斯、沃西呢？还有詹姆斯、沃西，那就是有3到4个猛人呗。詹姆斯、沃西啊，詹姆斯、沃西、保罗、格里芬，詹姆斯、沃西，那就是这几个吧。那我算一下啊，名字里带詹姆斯，带保罗。带凯文的到底哪组更强？詹姆斯这边就是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哈登、詹姆斯·沃西，差不多就是哈登一号位、沃西二号位、勒布朗·詹姆斯三号位，主要就是这三个。再往接下来排呢，那只能说詹姆斯烟熏呢打个四号位，这就是碌碌之辈了。五号位叫詹姆斯的也没有顶级干将，这就是只有三个超级明星吧。凯文这边呢，凯文杜兰特和凯文加内特，他俩这个身高臂展的各个方面，一旦搭档啊，确实挺有优势。凯文迈克尔海尔呢，据说他的臂展呢达到这个2米3几还4几，但这个传言呢有可能是假的。但就算说是28掺假呢，起码呢你这个基础臂展呢也应该不会太差。考虑到加内特呢原本覆盖面积就广，结合迈克尔海尔呢，甭管是大球还是小球时代。再加上凯文杜兰特，这简直是蜘蛛人球队呀、啊！以及呢，凯文乐福啊，实在不行就扮演乔哈那种角色。他本身个儿不高，真实身高呢没有詹姆斯高，只有2米02到03附近。像这样的打一个2、3号位摇摆呀、啊，实在不行就是顶一顶。一号位呢，就是上这个凯文、马丁。一号位就是凯文·马丁，这么一套阵容，我认为是最强的。杜兰特、加内特、迈克尔·海尔，这都是顶级的超巨。乐福啊，凯文·马丁啊，都有两下了，曾经在联盟当中也留下过足迹的，也算是明星吧，这种级别呀、啊。詹姆斯那组就三个，这就差点。保罗这组呢，克里斯·保罗一号位，二号位呢？二号位是保罗没了，二号位克里斯保罗一号位，二号位是保罗皮尔斯，克里斯保罗一号位，三号位保罗皮尔斯，四号位保罗加索尔，也可以加索尔打五号位，四号位是保罗，一号位克里斯保罗，二号位保罗乔治，三号位是。还有三号位保罗皮尔斯，三号位保罗皮尔斯，四号位保罗米尔萨普，五号位保罗加索尔，也挺强。但是你真说特别横的呢，比较少。这个没有凯文那组强，凯文那组最强，保罗这组紧随其后，总体实力紧随其后吧，比詹姆斯那组还稍微强点。詹姆斯那组就是人稍微少点，两大巨星领衔，但是人稍微少点。里奇蒙德，詹姆斯里奇蒙德呀，
我也忘，那不保罗里奇蒙德吧？我也忘了，詹姆斯里奇蒙德，不太记不太清楚了，到底是哪个名？这个不太好总结的，你像这种这个临时就想，根本想不了那么全面。这个人太多了，线滑了，同一个名字的都想乱套了。睫毛这位观众，宇哥、卓别林、憨豆、金凯瑞、周星驰参加搞笑大赛，最终排名如何呀？现场搞笑，我感觉周星驰呢是最差的，因为你但凡看过周星驰采访，你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就是比较尴尬，周星驰现场再说搞笑的话，也能抛出来一些让你多少呢有一些笑意的一些句子，但是这种搞笑程度效果呢跟他在电影当中啊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周星驰的搞笑呢还得依托于这个情节的临场搞怪，这方面确实差点，再加上他本身的性格呢也非常内向，所以就不太适合吧。憨豆呢他属于是临场表演类型的，而且往往呢越是这种不说话的，因为憨豆在他的整个表演当中呢属于是接近于哑剧的流派，这种身体表现力极强，往往靠这个呢现场逗笑这种能力也非常顶尖，所以这个憨豆呢差不多是最高的。金凯瑞呢排到这个第二吧。金凯瑞本身他的言语呢就挺幽默，你看过这个金凯瑞他一些英文采访你就会了解，带中文字幕的，他其实这个临场表达能力挺强，再配合上啊现场呢他也乐意搞怪，经常做个鬼脸之类的，整体效果是有的。卓别林呢大师鬼大师，但问题就在于他那种这个喜剧风格呢时代有点久远了，真说现在的话他这个效果我估计也就是略好于周星驰吧，不会说太高，因为他那个效果也是虽然说他也是哑剧这种风格，但是他融入情节可能说更多，憨豆呢即兴发挥这块可能说能力更强，因此排第一是憨豆，第二金凯瑞，第三卓别林，第四周星驰。周星驰现场没啥意思，现场他就这特点，周星驰现场不怎么讲话，而且讲话这个普通话说的也不太好，说粤语呢你也听不太懂，真的就差点，而且粤语当中很多梗呢如果说你长期是接受的是普通话的这种沟通方式的话不太容易理解，就是粤语的梗，这是形成了一种这个方言之间的天然隔阂了，就是不太容易理解。独孤一剑的这位观众，科比对08年奥运会有异议，什么球迷选择性遗忘，我劝你别造谣啊，抵制08奥运会就是从骑士队开始，詹姆斯作为老大难辞其咎啊，这玩意儿是我造谣，自己你去查，你别先说别人造谣，自己你去查查一查他当年什么情况，詹姆斯是他是站出来反对了这事儿，当年都有印象的，这事儿当年都有印象，那会儿我都上大学了，至于说具体怎么回事咱也没细讲吧，关于科比之类这事儿咱没细讲，只是点一嘴，就是过去的事儿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是说这没有必要总提，这事儿确实没有必要总提，但是您这个事实嘛摆在眼前呢，那你也不能说就完全的就抹掉，那也不行。这个 SUN 这位观众 ,SUNBIN 这位观众，孙斌川，2016年如果勇士夺冠，后面杜兰特不加盟勇士，库里的历史地位会不会比今天更高啊？16年如果勇士夺冠，后面杜兰特不加盟勇士，那当然更高了，那就是属于是库里的球队嘛，而且16年夺冠呢，但是不得不讲呢 ,2016 年这个勇士队就算夺得冠军呢，最终总决赛 MVP 也不见得是库里的，有可能是德朗德格林的。那会儿格林呢不光是防守表现好，进攻端这块他的戏份和角色呢确实是远远高一个大拉的，虽然说格林经常也被对方放空，但是他在进攻端这种支配能力啊，多面手的属性啊，他的存在不容忽视，那一年库里发挥确实是整个职业生涯呢表现最差的一年，就是总决赛舞台，16年库里几乎是没怎么表现好，就整个那一组系列赛发挥非常惨淡，
当年如果夺得冠军呢，当然库里那就是两连冠，非常有可能最终这个格林呢斩获奖项。当然，这个考虑到外界也不能年年都是这种标准嘛。格林其实这个场均得分这方面输出这块还是没有冲上去，那可能说有不同的取舍了，不同的眼光了，或许也会是斯通库里的。16年如果登顶，甭管咋地，他登顶之后接下来呢还有大好机会。杜兰特不去呢，勇士队不见得就是说在西部立不住，起码16到17赛季啊，那会儿这个谁呢？休斯顿火箭呢还没有真正成型，那不还能继续立吗？之前雷霆队就手下败将，而且经历了那年的失败呢，伊巴卡本身状态呢也在出现下滑，实力呢也今非昔比，雷霆队他的实力等级是在削弱的。而勇士队呢，冉冉上升，库里呢还拥有差不多1年这种这个同工合同的红利期，勇士队招兵买马的话，可能说更有底气。所以16年夺得冠军之后，杜兰特不去，那库里的位置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呢，如果最终一旦说丝毫没夺得冠军的话，那不见得更高，那就有可能还不如杜兰特来了之后好呢。杜兰特来了之后，甭管咋地，连续得了冠军了。如果库里这是单核领军，接下来就是每一次都败，那也就是还不如杜兰特来呢，分情况嘛。这个北城以北啊，雨哥若干年后，猛男和杜兰特早已退役，当他们步履蹒跚再次重逢后，猛男会原谅杜兰特吗？还会对杜兰特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吗？这玩意儿人生啊就是这样，就是没有人啊，我有必要就是原谅所有人的，就是说你不能劝人大度嘛。而且对于猛男来讲啊，他是丝毫没有说，这种就是我必须到了人生啊最后阶段，我就得跟杜兰特这种球员呢，尤其以往对自己有过严重伤害，我还得相视一笑啊，这玩意儿不见得的。这玩意儿有时候就这样，他不见得俩人就一定得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甚至你别说是他跟杜兰特了，就是跟很多发小，都甚至有可能到了岁数50、60岁往上的那会儿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就再见面的也没有多深感情，这是很正常一种现象，这本身是人生当中也算是一种常态。至于猛男来讲，他跟杜兰特这个，尤其当年那种分手方式呢，很难原谅，这是很难原谅，跟当年这个谁他就不一样。而且他俩呢携手的时候也没拿过总冠军，只能说一块共事吧。那队友多了去了，就现在猛男的态度来看呢，哎呀，仍然是没有化解。接下来也不见得，不一定就是非得这个上赶着就跟你非得交朋友啊，这不见得的。不是说人人都这样，你就比如说詹姆斯和欧文呢，他俩重归于好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他俩呀。起码他俩分手的方式呢，没有那么激烈。这不像说，杜兰特跟猛男当年分手方式那么激烈。而且他俩之前携手搭档的时候没有成绩。詹姆斯、欧文呢，那毕竟16年总冠军在那摆着，这就属于什么呢？每每一回想，曾经咱俩携手共创一片天地那段回忆，时间一旦推移呢，还是美好的。时间一旦推移。但是，至于猛男和杜兰特来讲呢，雷霆那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闪光点，都是痛苦回忆。那你就往事不堪回首嘛，尤其最后那一个赛季，他俩怎么携手的，不是败了嘛，对不对？而且之前也没夺得过总冠军呢，所以相对来说痛苦。欧文和詹姆斯他俩，我判断啊，有一天应该是会差不多是会放下的，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他俩都属于是被骑士队亲手选中，尤其勒布朗詹姆斯。那入选名人堂之类的，你真说能把欧文这段彻底忽略，这是不太可能的。欧文入选名人堂呢，那也不可能说是把自己职业生涯最高光的一段时期，就是彻底给掩盖了，那也不可能。因此，他俩早晚会相视一笑，这个关系就不行。他俩毕竟共筑过辉煌嘛，这个有点类似于 OK 组合，欧文和詹姆斯，早晚会一笑泯恩仇的，这个仇口就不会说结的那么时间长。随着岁月流逝呀，他俩重忆往昔峥嵘岁月呀，美好的点点滴滴呢，更容易留在记忆的深处。那时间一长，有点过节，那就也就忘了。但是猛男杜兰特不一定，他俩我判断是会的，就詹姆斯、欧文是会重新这个重归于好的，没有办法，共同回忆太多了，而且那些回忆又是如此精彩，
击败的又是金州勇士，他俩甭管谁入选名人堂，16年的一个冠军，对于他俩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次团队成绩，那就是根本就是挥之不去的，你没法避开的，所以必须得提。独孤一剑呢？这个什么？这个关注战争、拯救生命、世界和平啊？那你就自己去看吧，你别搁我这老讲究这个事儿，什么关注战争之类，你自己去看看吧。你这提与没提的，你非得讲这个，那你这个钻进去了，你自己去看当年是怎么个情况，人家提出的什么倡议、什么场合，你再发表这个言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个。还非得这个就是都是属于啥呢？这个其实这一点瑕疵都人不是不可能是一点瑕疵没有的，人都有瑕疵的。你得就是得正视一个人，他哪怕超级明星呢，总有一些瑕疵污点，这是很正常。这玩意儿这个也都得一笔带过呀。这个比利啊，5204，与个河马和犀牛啊，哪个战斗力、历史地位谁高？河马、犀牛啊？这个河马、犀牛，河马打不过犀牛。河马这个最有效的攻击武器就是那一张嘴嘛，但它呢，基本上全都是板牙。这个河马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是整个进化过程当中呢，嘴上没留一个这个。进攻武器，哪怕有个虎牙呢，你也能给对方划个口啊！全都是板牙，你像这个就是咬着对方呢，也是不行，咬着对方也破不了这个犀牛的防。而犀牛它这个鼻梁骨上面支起来这一块呢，它这个一旦说抬头猛一抬头的话，挺具贯穿性，它这个是有杀伤力的。哪怕是顶河马呢，一下真说以下四上的话，也能顶个窟窿。那这样一来，河马就完了。所以河马是弄不了这个犀牛，但犀牛能反制河马，他俩不一样。他这不叫气一晚上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结合当年呢具体的环境，那你这玩意儿，这个詹姆斯的表态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是这样的。之前的，像这话题都是陈年旧事了，没有必要总讲。但是那会儿詹姆斯确实站到了我们这块立场的，那是其他人他不都是这个讲其他的吗？你提没提的那玩意儿，这环境在那摆着，对不对？环境在那摆着，看你到底是怎么个做法。这就好像这个之前那会儿猛男呢，他那属于是相对来说很明确，那就看你这玩意儿都能感受出来。掘金5年2.07亿，续约波特，穆雷还留得住吗？我觉得掘金不差新人，还是要引进技战力啊。掘金现在呢已经是三份顶薪奉上了，这是属于在联盟当中啊仅有的四支球队之一。你就这种级别的薪水压力，你这就使得掘金队几乎没有余力再引进强援了，就只能说按照原班人马呀拼一拼了。考虑到掘金队原本是小市场球队，这种操作也无可厚非。这就有点类似于之前爵士队嘛，他给这个戈贝尔一纸，可以说也是超级合同，是5年2亿以上给了戈贝尔了。你说为什么给呢？如果你不给，有可能被其他球队抢走。这个小迈克尔·波特呀，也同样如此。他这个实力呢，不见得那么突出瓦解。但问题就在于呢，联盟当中通常就是这格局。真正的豪门队伍呢，他们往往能做到什么？手里真说奉上三份顶薪的话，这三份顶薪呢，都是联盟一等一的巨腕，甚至呢，都是各支球队曾经领过军的、带过队伍的。
这就是大市场球队嘛，他们吸引力强，很多顶级战力呢愿意前来投奔。但是小市场球队呢，他们给出顶薪呢，往往可能说很多呢，就是联赛当中差不多是三流，甚至是三流末段的球员。这就是你吸引力差嘛。其实三流末段的球员也是有资格签顶薪的。按理说，联盟当中签顶薪的差不多三四十名开外是有的。所以呢，哪怕你入选不了全明星，你属于是个准明星，在联盟现有的薪资规则体系之下，你也是能签一份高额合同的。这就是现有的环境嘛。掘金队就是现在看来呢，可能说也是迫于市场之上确实挖不出来什么太强的战力，差不多凑合打了。接下来是有可能交易贾马尔·穆雷的。穆雷如果说换出去之后呢，能不能换来一个相对来说实力更强的？但是我判断这种可能性也不高。穆雷本身有伤病隐患，在有伤病隐患的前提之下，结合穆雷的薪水往外送呢，那其他球队也不会给你换回来对等规模的战斗力。如果说继续保留，等穆雷打一打，如果打出身手了，也没有必要往外换了。掘金队很有可能就是这三位为核心的铁三角组队了，接下来就是长期围绕他们争夺冠军了，就这个班底牌面了。他不是豪门，但只能说凑合打一打，看看能不能争冠吧，只能说这么打了。那这别没完没了啊，这事儿都陈年旧事，别没完没了，就纠结这个。还什么造谣这个抵制奥运会？我什么时候造谣过这话？我之前我讲我说过科比这个抵制这那，我讲的科比当时有一些发言，是不是这样？我什么时候讲一下你这说法啊？你这挺能扣帽子，把什么证据拿出来？你这挺能扣帽子。我只是讲科比当时发言跟詹姆斯不一样，我什么时候说他抵制这那了？这个我很牛，这位观众啊，宇哥我20，人生可以没有婚姻和爱情吗？这个人生婚姻和爱情啊，爱情这事儿呢，相对来说，你要说彻底没有呢，这玩意儿多少吃亏，因为爱情呢，这个随来随去，相对来说呢，束缚性不是那么强，你随时都可以结缘嘛。现认识啊，这个如果看好呢，长期相处啊，这个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如果是婚姻呢，这可能是影响就比较大，这是个重大决定。婚姻不一定一定得有的，不一定必须得有。婚姻是这样的，但是爱情这玩意儿，你要说这个始终都没有呢，那这太亏了。爱情多少得有，但是婚姻它不一定，婚姻是不一定的，这是个重大决定，看你适不适合婚姻这种这个家庭框架吧。如果适合，那这当然乐在其中，也有人不适合，这没有办法，这看个人选择吧。单身小孤狼，宇哥有事儿要忙，可能很少问你问题了。想请教关于社交啊，可以祝我幸福，事业有成吗？祝这位这个单身小孤狼啊，这个今后这个幸福，事业有成。现在阶段呢，可能还是个单身呢，他这个名字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单身狗啊，就这种这个属于说自我调侃吧，多少这个。有点调侃之意，加强版本《单身小孤狼》啊，希望你今后这个能够尽快找到属于自己幸福吧，事业有成。至于说请教关于社交之类，这玩意儿就是多接触，多接触。其他你想的太多呢没用，在接触之前呢，最好就是清空大脑，
先跟对方这个接触了再说，不要想的太多。往往这个很多这个社交恐惧的人士呢，就是说你想的太多了。其实人与人之间这个接触交往啊，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你也不要有那么过重的心理压力，少想一点，多行动，这是最有利于避免你的社交障碍的。所以行动为上，想呢就不要尽量不要想。上去之后先接触，不要老多想，多想那这个玩意儿，这个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导致呢就是社交这块可能说呢负担越来越重，那就是举步维艰了。先这个行动，少想啊，这不要这个骂来骂去了啊。这个独孤人家也没有恶意，这玩意儿就是当年是一种环境嘛，具体什么情况你有兴趣你可以查一查，具体什么情况，当年这都陈年旧事了。詹姆斯是确实，人家立场明确，就说我不懂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妄议的，这是詹姆斯的一直以来一贯态度嘛。至于说其他人，那各有各的立场，当时措辞有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也有比较轻微。科比这属于是，你也可以说他这个没有这方面理解，那就看你自己理解吧，看你自己理解。我不是，你说我是什么社交恐惧，这个达不到那种程度。我只是呢，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尤其工作繁忙，平时我更愿意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就拥有更多独立时间，就是主要是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在上面了。你要说社交恐惧，根本不是这样，不愿意花这个时间了，主要是到了一定年龄了。这个靖宇啊，这个什么 The Game 这位观众，如果 NBA 开赛啊，弹幕一直问你这种与篮球无关的问题，你会一直回答这种问题吗？那没有办法啊，这个付费弹幕呢，问完了之后我必须得答呀，你不答的话不像那么回事儿啊，这玩意儿人家提问了，那你说你不回一嘴，这不对呀、啊，所以付费弹幕这都得讲的。至于说这个付费弹幕讲完之后，这个正常弹幕呢，那看时间吧，时间允许那都讲啊。看问什么问题吧，但是正常弹幕呢，更多还是回答体育相关的，尤其这个 NBA 相关的。付费弹幕没有办法，你这五花八门的我也得回答呀。这个 LITOST 啊，如果16年总决赛没有惊天一跨，勇士能否夺冠呢？16年如果没有那一次惊天一跨，那意思就是说德拉蒙德格林不至于说又一顿刺拳追着这个詹姆斯下体进行了一番反击呗。没有这一茬，格林就不至于被禁赛，但他不至于被禁赛呢，那就挺悬，就骑士队当时挺悬。如果没有点盘外招，格林能够出战的话，这事儿确实挺悬。格林只要说没被詹姆斯跨，他当时呢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自我约束的，他就不愿意再惹事儿了，就怕自己被禁赛。但是面对詹姆斯跨了自己一脚呢，那会儿有点忍不住了，所以就是冲上去就是想要进行了一番反击。这一下这个授人以柄了，被 NBA 抓住证据了。那这一下那就没有办法，这属于是。自寻其祸，最终就被收拾了嘛。但是如果詹姆斯不跨那一下呢，格林很难被彻底激怒，就是就差这么一个一层窗户纸吧，就差最后这么一点分量，格林当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而且后来呢，格林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他刚刚试图进行反击之后，詹姆斯是追着格林想要闹事儿，格林一直在躲，后来实在躲不开，双方之间才纠缠了一番。那会儿詹姆斯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想激怒格林，争取让系列赛有一些变数。因为你正常按部就班的打，一潭死水，接下来呢可能说就是难以翻盘了。那会儿詹姆斯是想了一些盘外招，用了一些这个场外措施，这种事儿在 NBA 一直以来也不算少见，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你比如说这个 PJ 塔克呀。之前挑逗凯文杜兰特也属于是那组系列赛当中的一个明显胜负手。有了这一茬之后呢，杜兰特心绪愈发扰乱，而且这个雄鹿队呢，那种这个重回主场之后逆境翻盘的勇气呢，才被点燃。
这属于是关键回合吧，看你中不中计，中计只能赖你自己中计呀。至于说詹姆斯有一定的特权呢，跨人了，这个裁判没吹，那是总决赛舞台，他不可能的。在詹姆斯所在的骑士队几乎1-3落后的情况之下，裁判吹詹姆斯技术犯规，甚至给他禁赛，这是不可能的。想也不要想，吹一次技术犯规，詹姆斯是能忍的，就是我可以扛着这种这个计犯跟你继续打，可以付出这种代价。欧文精神呢？你看这个欧文接受采访呢，他精神方面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他其实接受采访呢也是挺稳重，好像说这个对答如流。欧文呢，当然他也是在有意逃避吧。但凡只要说这个记者呢问他关于是否打疫苗，他就说这是我的私人问题。那意思其实就是我没打嘛，今后可能说也不准备打，才说是自己私人问题。我感觉这个随着欧文呢，他这种态度，以及呢，就是这个媒体日他也没有参加，包括杜兰特在内，对欧文呢也开始有一些这个威慑了。你看杜兰特接受采访谈到欧文呢，不像之前处处维护他了，那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呢，小孩性格的人往往就这样。你如果说长期惯着他呢，那他可能说这个。蹬鼻子上脸了，上房揭瓦了。那接下来呢？这个篮网队它的框架根基就有可能因此而遭到打断。那这样一来，这个争夺冠军就不行了，就是越来越被动了。所以那会儿这个杜兰特呢，及时就是做出了一番态度的转变，就是跟欧文没有彻底穿一条裤子，没有真正站到一块儿。这一点杜兰特做的是挺对的。你这关键时刻，你要说再继续纵容的，那欧文就闹得没边儿了。那篮网队还争啥冠呢？包括哈登在内，那就感觉这个身心俱疲嘛。整支球队这很难说凝聚成一股这个争冠的那种级别的精气神了，那就无从争冠了。杜兰特踩了一脚刹车吧。这个法瓦尔这个观众啊，C 罗这样的状态还能踢几年呢？还能保持巅峰吗？你看好今年的曼联吗？就这个 C 罗加盟曼联了吗？这现在这个状态好像说还不错啊，甚至这个有时候梅开二度啊。他现在岁数真是不小了，37了吧？C 罗是不是84年还85年？反正岁数不算太小，他比詹姆斯好像说小1岁，85年的，比梅西是大2岁。C 罗啊，C 罗那36岁左右，他再踢的话。维持的体型呢，维持的挺好，但是考虑到在最顶级的职业联赛啊，如果你还真有这个成绩方面的压力啊，38吧，算是顶了大天了，再能踢2年好球吧，差不多这算是个极限了。你再怎么维持体格，也难以抗衡生物本身的规律，类似于勒布朗詹姆斯吧，差不多。再顶能踢2年吧，更多恐怕费劲。至于说这个。曼联呢，能不能夺得冠军？我对现在这个英超啊，不是特别关心，没怎么看过也。哇哩哇哩罗，宇哥，你一天得喝多少碳酸饮料？弄得我一看到你就开心的冒泡。另外，这个电梯里对三女生放了三臭屁啊，该哼什么歌化解尴尬呀？跳个舞如何呀？一天喝多少这个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我现在这个量呢，差不多就是一箱啊，不到一个礼拜吧。就是一箱呢是24瓶，不到一个礼拜，一天就是4瓶左右，差不多一天4瓶左右吧。直播期间呢，我现在这个直播期间喝的量少了，一次也就是喝1瓶左右，就不会喝太多。以往那会儿我是一次直播你得喝2瓶，现在就喝1瓶。至于说这个电梯当中啊，对这个三女生放了这个什么臭屁之类的，跳舞啊，还说什么这个唱歌啊，那是有动静呗，有动静，这会儿你已经很难掩藏了呗。
很难隐藏，那你就不要有多余动作了，就是忍一忍。接下来等到地方之后呢，黯然离场，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说，你再进行什么沟通交流啊，浪费时间。有时候就这样，看具体啊，双方身处的是什么场合，哪怕说呢，这三人当中啊，其中有这么一两位啊，你感觉面容姣好啊，身材呢也符合你对于另一半的心理要求啊，但是没有办法，这只能说在不恰当的场合呢遇到了对的人，这只能说有缘无分吧。这种场合你继续攀谈呢，你也只能说引起人家的进一步反感，倒不如说呢直接选择这个挡个脸就走了。未来真说再有机会，进行偶遇呢，那届时候再抓住机会。这会儿你尽可能的呢，就是不让对方看清你自己的五官脸庞，争取让对方记不住，就是你有这么一回。就双方之间第一次相遇呢，你把它尽可能延后吧。或许你这个离开电梯之后呢，真说感觉对于其中某一个呀有点兴趣的话，适当的怎么讲呢？当然这个再往下讲就有点这个。尾随行为，这是不好的。但是你也可以进行一番观察嘛，啊，同一个写字楼内啊，在哪一个公司工作呀？察觉一番，未来呢，再进行一番偶遇吧。如果你恰当这个场合呀，但是当时呢，不要浪费时间，当时立即就走吧，算了。秋刀鱼哥，詹姆斯、李逵、张飞一对一单挑，谁最厉害？詹姆斯、李逵、张飞啊，一对一单挑，这几位单挑的话，詹姆斯肯定白给。詹姆斯虽然说他是身体魁梧，而且呢，体质这块呢，跟李逵、张飞相比呢，詹姆斯毕竟是黑人的顶级运动员嘛，这个可能说爆发力啊、弹跳啊、力量啊。有点优势，而且他又是现代人，营养各方面条件也跟得上。古代呢，你哪怕你就是生活条件再好啊，营养方面也不像如今，就各方面配套的那么得当。少年时代啊，你的身高啊，是否说真正能穿起来呀、啊，这都不见得。这古代可能说是差点。李逵、张飞呢，这个李逵肯定是也不太行，李逵只能说是一个莽汉吧。空有一身蛮力，但技法并不是多么高超。而张飞呢，是赛场之上的真正猛将。这种啊，你达到什么这个正规军团作战，能够长期生存、指挥调动啊、镇定自若，单独提矛上阵的，也能够杀敌无数。你这种级别的，那就是心态也坚决，武力值也爆表，他是最强的。李逵应该排第二，这属于是个猛兽，甚至可以说是个野兽啊，嗜血如命。李逵这样的，那就是疯起来呢，詹姆斯也白给。詹姆斯属于是相对来说跟李逵比呢，是个正常人。张飞呢，则是长期立于行伍之间呢，见惯了厮杀，真说一时之间有生死时刻的话，人家能够沉着应对。这里边张飞是最厉害，李逵第二，詹姆斯第三。隔壁王爷爷，宇哥，我身边的东北朋友经常说“牛子”这个词，东北话中“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牛子，身边东北朋友经常说“牛子”，牛子，东北话中“牛子”是到底什么意思？我怎么很少听这个词？有“牛子”这个词吗？这什么叫“牛子”？没有，没听说，这不是东北话吧？牛子不太清楚。没有这么正的话，这不是东北话，东北没有人这么讲话。什么叫牛子呢？没听说。独孤一剑呢？又是你，杜兰特加盟勇士，绝对是英雄壮举啊！詹姆斯靠着这个组团刷荣誉，严重扰乱联盟的正常秩序，偷窃别人的荣誉，送詹姆斯两亚为联盟除害呀、啊！两亚呢？这个啊，你说这个杜兰特加盟勇士绝对是英雄壮举啊！英雄壮举，这玩意儿这个英雄壮举，你这是
正常来讲，这往好听了说呢，是走了自己的一条路，当时也是承受了种种非议，面临外界的种种舆论纷争啊，我行我素。你就个人追求角度呢，你就活出自己个性角度呢，你可以说杜兰特是自己心中的英雄。但你要说他在我们普遍对于竞技体育的认知的基础衡量标准附近的话，那这个就谈不到是英雄壮举。这种标准呢，明显高于杜兰特的行为。杜兰特这个只能说他在自己内心当中是有担当的。我既然说想要加盟勇士，想要享受那么一种快乐篮球，在水花兄弟围绕我身边打球的那么一种强势环境之下，我掌握荣誉，自己心中所想，现实当中我就要付出实践，那是活在自己内心当中是个英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绝对的这个普遍的定义当中，够不上的，够不上英雄二字吧。所以说詹姆斯靠着这个组团刷荣誉，严重扰乱联盟的正常次序。联盟的正常次序呢，就是在现有规则的运转环境之内进行这个交易，进行加盟，这都没有问题。包括杜兰特在内，人家也是符合规则的。包括金州勇士，你看这又掰了这玩意儿。包括这个金州勇士，他也是嘛，都是在规则之内进行炒作。但是俩人加盟的目的地呢，具体还是有区分，不一样。他俩这不一样，你要说五十步笑百步呢，你倒是可以这么讲，你跟字母哥这种母队彻底夺冠相比，詹姆斯加盟热火那一次呢，没有字母哥这次登顶那么露脸，这是一定的。这玩意儿就是会有一定的具体区分，但这种区分呢，它不像杜兰特那么大吧？杜兰特那是最大的。这个他在秋千上这位观众啊，宇哥，今天我过生日，能祝我生日快乐吗？想听你分析一下哪位 NBA 球员最有可能在 UFC 征战呢？ UFC 最有可能那不就现在篮网队詹姆斯约翰逊吗？而且 UFC 呢，他对年龄这个要求啊没有那么苛刻，打 UFC 呢，你哪怕就是说到了40附近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你看泰森霍利菲尔德没有，那多大岁数还在打职业拳赛呢？当然他呢怎么讲呢，噱头属性可能说更强一点，但这玩意儿可能说抗衰老呢这个属性更强。本身霍利菲尔德他的正八经的职场生涯呢也是干到了40好几，所以詹姆斯约翰逊原本就有底子，你这会儿如果说没底子贸然去打那是白费的，贸然去打肯定不行。詹姆斯约翰逊原本就有底子，这些年呢以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身材标准竞技要求去约束自己，他的体能啊力量各方面啊也都维持了极高水准，起码是够得上运动员级别的。所以再想捡起来呢问题不是说那么大，其他选手没看到，因为很少有这种两面报的，就是武打呀和篮球啊两方面都擅长啊，很少有，他是属于少数的，他能回去其他人差点。另外祝这个他在秋千上啊生日快乐。看来这位呢要么是身处热恋，要么就是已经有了目标，祝你未来啊能够这个成双配对吧，出双入对吧，祝福啊这位他在秋千上。火箭鸟5566，火箭鸟5566，当年去火箭的是乔治不是保罗，火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另外评价一下山东的巩大师。山东的巩大师哪个是巩大师呢？巩小斌呢？你说是篮球领域巩小斌呢？巩小斌这打球时期所欠缺就是总冠军，国家队这块可以有点成绩，因为那个阶段就是但凡打国家队那一代呢通常战绩不会太差，就是中国队取得的一系列打进前八的壮举基本上都停留在90年代，2000年之后呢为数不算太多，当然那会儿是姚明时期，可能说整体战斗力更强。那执教的话那就看手下有什么材料吧。但是上赛季呢他跟谁双方之间对拼了一把，跟是广东吧，我感觉还有待进步吧，起码跟那个都峰之类的相比多少可能是有点差距，这玩意儿也能看出来。至于说这个去年这个去火箭的是乔治不是保罗，乔治的话那他就是
不像保罗那样那么争强好斗，就在队内地位这块如此执着。保罗到后期呢，跟詹姆斯哈登啊两人的战术矛盾愈发凸显。一开始携手那会儿还没有这么激烈，但是越到后来，他俩矛盾越大，就互相之间瞧不上眼了。这就是克里斯保罗呢拎不清自己的队内位置，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数次坏了大事了。他如果说态度端正的话，起码就是18到19赛季，火箭队不至于功亏一篑，很有可能最终得到了冠军了，非常有可能18到19啊。他如果不闹事儿，俩人合法搭档的话，那保罗我判断不会说那么低效。哈登呢，那可能说团队属性也会更加积极，那当时早就捡了便宜了，能够抓住杜兰特因伤缺阵这么一个勇士队平白无故出现的巨大的战力窟窿，借此呢就登顶总冠军了。但是很遗憾，保罗错过了，不应该跟这个哈登闹掰的。当时有个镜头嘛，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就是克里斯保罗呢，在一个回合结束之后啊，他跟詹姆斯、哈登俩人呢，互相之间就上一个回合进行了激烈讨论，彼此之间简直唾沫星子乱飞，差点就是互相指着鼻子对喷了。然后到了收尾阶段呢，保罗伸出手，那意思是说这马上下个回合要开始了，裁判已经响哨了，咱们马上要披挂上阵了。伸出手那意思，咱俩表示友好，算了，之前这个事儿就一笔过去吧。结果这个哈登拍了这个保罗手一下，把保罗伸出去手一下拍到一边了，那意思这个还是没法忍，这个矛盾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就消除。哈登也有一定责任，但是纵观保罗以往的职业履历呢，他也难辞其咎。他俩各有一定的问题吧。哈登也不能说完全摘干净，因为他之前跟霍华德呀俩人搭档也出现过裂痕。哈登也不是说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团队氛围这块一点瑕疵没有，他也有，他俩各有问题吧。当时如果是保罗乔治去呢，我判断就是打勇士那组系列赛，有可能捡到便宜了。保罗乔治去，天天开心。唐僧赶走孙悟空，是怕他抢了取经团队老大的位置。唐僧赶走孙悟空啊，取经团队那老大只有一个，只有这个唐僧啊。至于说赶走孙悟空是抢了老大位置，这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妖啊，是个猴啊，这位置各个方面，你比如说这个西天取经啊，在《西游记》那个背景故事环境之下，西方世界呢，他想要这个唐僧传真经于这个人间呢，那也得是人去传嘛，也得是个得道高僧去传。你像孙悟空传，那传了妖界呀，那在感化这帮这个妖人呢，那是不行的。所以这第一，那肯定还是唐僧，他没有这方面压力的，那是不可能的。赶走孙悟空呢，只能说看他不太顺眼。他怎么讲呢？在这个《西游记》原著当中，他不怎么太给这个领导面子，不怎么太给唐僧面子。这一点他可能说这个处理方式呢，过于展露自我了，就不给领导留脸呢。孙悟空啊，他可能这方面就不太得唐僧欢喜，就是《西游记》故事当中写的。陈老师，这位观众，宇哥，我们历史国乒队和 SUA 男篮队哪个更能称为梦之队？SUA，这个 SUA，国乒队啊，SUA 是。啊，美国队啊，美国是 SUA 啊，对，SUA，我这才想起来，SUA 是美国队啊。国乒队和 SUA 男篮队哪个更能称之为梦之队啊？那国乒呗，国乒是男女通杀，这些年以来，女子呢单打领域一次没有旁落，女子单打一次没有旁落，历史之上，哎，有没有一次？没有。男子这个单打这块儿有过一次旁落，就是当年被这个瓦尔德内尔啊偷袭了一把，这是男乒。双打这块儿呢，也长期是处在盘踞冠军的一种状态。男子单打成，男子双打曾经好像说10个首，但女子双打一次未曾失手。
女子这块儿，这确实统治力极强。女子单打输没输过？我忘了，好像没输过吧？女子单打呀，比这个美国男子篮球啊，统治力还要强。柳承敏呢？啊，对，输过一回，好像是不是输过一回？好像都输过一回。男子是不是在男子啊？小山智力他赢过吗？小山智力啊，当年他是在低级别比赛赢过，但在奥运会没赢过奥运会。他在亚运会赢过吧？我也忘了，是什么亚锦赛之类赢过吧？天天开心，21世纪三次总决赛横扫，哪一次最为一边倒啊？三次横扫，一个是07年，再有一个就是18年，还有是哪年横扫？横扫，那还有吗？这个。横扫是啊，2000年初那会儿横扫谁了？横扫的是总决赛横扫02，对，02是横扫的哪支球队？横扫步行者呀，是不是横扫步行者？我也忘了，横扫篮网，对，横扫篮网，02是横扫篮网，02、03呢？这两年这个打的是篮网，那就是02打篮网，07打骑士，然后就是18打骑士。18打骑士呢，对方起码有一个完整体，勒布朗詹姆斯，这个你不能说那么软吧？18年骑士多少还能打一打，07年骑士是真弱，詹姆斯身边几乎是毫无帮手，詹姆斯本身也并非这个真正说进化到完整状态，所以那会儿的07骑士呢是显现的最差的，02年篮网呢，这也算是在东部啊，厚积薄发的一支球队。之前那会儿其实也是包括年轻人呢，还有状元秀凯恩马丁啊，老将杰森基德呀、啊。当然那会儿的岁数没有那么大，但也是30开外了。我感觉最悬殊还是07年吧，就是詹姆斯打马刺，就是那一组对战最悬殊。排到第二是 OK 组合吊打这个杰森基德，这是第二。排到第三呢，就是金州勇士18年打这个骑士，这是第三。我拿瓶可乐。比利2764这位观众，宇哥，我昨天梦见你憨豆，说我没梗，但是我听完以后紧紧抱住了你，不想放开，然后闹钟响了，可以帮我解梦吗？憨豆，你说你没梗啊？那看来呢，这往往梦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生活当中，你可能说这个哪方面有所欠缺呢？你可能啊，在梦境当中呢。就会把你这方面的缺陷暴露，就是生活当中现实里呢，你总想要掩藏就自己的一定缺陷。梦中呢，你这会儿就是卸去了防备啊，那你不得不讲，那看来呢，就是而且你就最后那个阶段呢，仅仅又这个抱住了，由此可见呢，内心当中多少有一些属于是哪种呢？就是已经是比较窘迫了。就是最后阶段被人戳穿之后呢，甚至一时之间难以自己，就是有些失态了都。所以，如果说现实当中你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不要老这个遮着眼的了，去医院看一看，也可以选择去医院看一下，正视问题的所在。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真正说卸下内心当中那种包袱和那种防备感嘛，不至于老做噩梦。去医院看一看，实在不行了。读一谏呢，吕布作为义父克星啊，为什么能得到历史地位啊？
义父一走下坡路，马上就会抱上新的义父。吕布这样的壮举，是不是值得每个人学习学习呀？吕布作为义父克星，为什么能得到历史地位啊？吕布没什么历史地位啊，他总是这个怎么讲呢？总是弑父嘛，这是他为人所不耻的一种做法吧。所以说，义父一走下坡路，马上就会抱上新的义父。吕布这样的壮举，是不是值得每个人学习啊？不值得学习啊，吕布这样的，这玩意儿这属于什么呢？吕布这个就是说，他这不值得学习啊。你说他跟詹姆斯接近呢，詹姆斯跟吕布他也不是一码事儿啊。詹姆斯也没有弑祖啊，他甭管说跟谁搭档这块儿，他很少说对自己前队友啊有种种不当言论呢。詹姆斯没有啊，无论是对于凯瑞文呢，那也是以极大的包容心态予以应对。再包括，1.0版本时期啊，他离队之后也没有四处抱怨，说早些年那会儿骑士队实在是没有给我搭建足够的争冠拼图啊，各个方面对前队友有种种维持，也不是这样啊。所以詹姆斯他起码呢，他就是加盟了不同球队，也没有类似弑父的行径啊，没有啊。而且詹姆斯到哪儿不都是大哥吗？所以也不存在呀。六哥不在江湖，靖宇，假如你是 NBA 球员，放出话交易，我就立啊，就之前讲了，立于不败之地之类的。确实，这玩意儿这种说法，真说，尤其凯瑞文呢，向来我行我素的这种性格，讲出来这种话呢，让人确实感觉提心吊胆。其他球队真说想要接手的，不免犹豫吧。那就看你到底阵容什么环境，如果也能给欧文创造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种这个争冠前景的话。我判断还是敢于尝试的，立于不败之地的不见得。七六人，我感觉要出手了。天天开心啊！这个宇哥，你脸越来越红了，要不然去东北给你办个馆？这不是，这就是灯光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他这个跟灯光息息相关，搁那屋呢就不是这样，这就跟灯光息息相关。跟777最关注，宇哥一个粉头发、爱捡瓶子的女孩子，在可以使用外界道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防詹姆斯？这都是什么问题呢？一个粉头发、爱捡瓶子的女孩子，在可以使用外界道具的情况之下，怎样才能防詹姆斯？粉头发就是染的粉色呗。一般来讲，染粉色呢。成年女性并不多见，当然，你如果是21、22，处在象牙塔内上大学呀之类的，而且长相原本就相对甜美呢，也不是不行。但一旦说过了这个年龄门槛的22岁往后，几乎呢，社会上看不到有染这个粉色这种发型的女性了，很少见。因此，就你这个形容来看呢，大概率就是18、9左右，妙龄少女，差不多这个阶段是概率更大一些。爱捡瓶子的女孩子，那就是平时呢也是比较节俭呢，就是捡点瓶子补贴家用啊，自己。但是不都说这个做法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太过低效了。你有那个时间呢，出去打点工之类的。何必要内卷呢？跟一些这个已经身体行动非常不便的60、70岁老人互相之间抢这碗饭呢？人家是出去根本是干不了活了，就是当端盘子怎么讲不太好要了，就没有办法。你毕竟身体各方面有隐患嘛，所以像他这种呢，就属于是看起来挺勤劳，实质上呢相对愚蠢笨拙的这么一个妙龄少女吧。十八九一个笨拙妙龄少女想防詹姆斯，靠什么道具呀？防詹姆斯。那只能说这个装可怜了。硬碰硬的话，你是斗不过詹姆斯。硬碰硬啊，你智力可能说也一般，也斗不过这个詹姆斯。从你捡瓶子这种这个挣钱逻辑来看。你也斗不过詹姆斯，想什么其他方法之类的，詹姆斯当场都能够予以化解。你只能说这个示弱吧，争取让詹姆斯同情你，才能够防得住。
Love、MA、SAMI 与个巅峰 J.R. 史密斯在分位算什么水平？在历史第六人地位上有没有他的位置？历史第六人呢？历史第六人 J.R. 史密斯他没拿过超六，拿过一次超六奖项，拿过一次。历史第六人的话，那拼这个到底拿过多少次超六，次数少一点。他后来呢，打上首发了，在骑士队辅佐勒布朗詹姆斯呢，作为一个后期发展成了一个3D 属性的球员，算是还是挺能防、挺积极的。他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定义了，从超六角度没什么成就，成就一般，就在顶级超六当中排不进前列。早些年那会儿，除了在骑士之前，团队氛围也不是很理想，而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建立在 J.R. 史密斯，他相对来说经常有点发疯啊，就他这个个性不是特别稳定。早些年那会儿属于是个更衣室毒药。所以他第六人角色没有什么太强存在感。后期呢，他是以一个正八经准 3D 的角色建立了自己的团队价值了，那就后来是不一样了。但他生涯中前期确实存在感一般，能力是有，但是成就有限，能力有成就有限，这样打法好看，但是成就有限。亚联 official 这位观众，宇哥评价一下森林狼啊。森林狼这个下赛季呢，就看看这个唐斯、拉塞尔，再加什么这个爱德华兹之类的。爱德华兹我始终感觉不太值钱，所谓什么三巨头啊，就太扯了。爱德华兹下赛季看看吧，能打出来呢，那就再观望观望，再适当培养培养；打不出来呢，这样的留与不留的也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下赛季再打不出来呢，唐斯差不多也要走了。没有必要在森林狼继续混日子，那就混什么劲呢？整个一辈子几乎没怎么打过季后赛，那混得太惨了。唐斯以他一饼的天赋，不应该这么蹉跎岁月的。看下赛季吧。如果说前半个赛季真是森林狼战绩没能够有明显起色，我判断唐斯就有可能申请交易了。就包括队内，那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变动了。爱德华兹也有可能被交易，看情况吧。MUSTANGS，宇哥如何评价乔治下赛季单核带队？下赛季乔治不是单核，他跟谁呢？跟这个也算单核，就他一个腕最响的。但除了他以外呢，还有这个雪布嘛？雪布在，组织能力这块啊，突破分球啊，也能分担保罗乔治一定的压力。乔治哪怕是仅仅跟一个雪布搭档，结合阵容当中现有的雷吉杰逊和小莫里斯，单核领军也不会太差。乔治以往单核领军就不是说没打出过好成绩，我判断呢，就是快船队瘦死骆驼比马大，非常有可能常规赛战绩这块呢，跟这个小牛啊差不多持平。哪怕阵容当中白白让一个顶薪球员，有可能跟小牛持平，因为快船队也没少交奢侈税，其实整体的薪水规模也不算太低，有可能跟这个独行侠持平吧。超级猛男 biu biu， 靖宇，卡尔马龙加罗德曼加大本加奥尼尔四个人和泰森死斗能不能赢啊？卡尔马龙再加什么奥尼尔啊，再加罗德曼和大本的，你要说这四个体型这么出色的，那这个四个打一个泰森估计悬，那就泰森就不行了，打不过了。当然你得看空间到底有多开阔，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判断以这几人的跑动能力，职业运动员这种出色的身体条件呢，四打一的话，泰森还是不行。这几个的个儿都太高了，费劲，泰森应该打不过。天天开心 NBA 球员对应象棋子力，谁是局马炮，谁是四象卒啊？NBA 球员对应象棋子力，谁是局马炮，谁是四象卒啊？局呢，就是最强的，最强这块，如今这个时代呢，横冲直撞类型，这些尤其符合狙的特点。那就是说，你不光得强，你本身的这种这个行进路线呢，也得像是个狙。那谁像呢？字母拉多的昆博，第一杆大狙，第二杆呢，那就是勒布朗詹姆斯了。这就是宝刀未老，瘦死的骆驼比绝大多数马一定都得大。所以詹姆斯第二杆狙，炮呢，两杆炮啊，那就是隔山打牛。精确命中，远距离射杀炮呢？那你要说第一杆炮啊，
还得是斯通库里吧，他是最符合炮这个特点的，隔着障碍物也能够精准命中。第二杆炮呢，应该是凯文杜兰特了，他也属于是远射类型的，他这属于是个短炮，库里属于是个长炮，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炮，他俩挺适合，打法特点也跟炮的特点比较一致。至于说这个马呢？属于是料蹶子类型啊，声东击西呀，像这种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迷中步风格的。那你要说迷中步的话，联赛当中尤其够得上顶级战力啊，詹姆斯哈登呢是第一杆马，第二杆马呢就是也挺能突破，进去的时候脚步啊也挺华丽。当今联盟真说突破领域的话，我判断呢，除了哈登以外，就是这个。米切尔了，其实米切尔的突破脚步正经不错，小韦德嘛，他跟韦德确实有一定相似之处，而且米切尔现在远射也愈发精准，这就进一步使得对方被迫要更加贴身去防米切尔，给他的突破线路呢，进一步带来开阔的效果了。所以米切尔的突破呢，属于是个小马吧，这就是车马炮。至于说四象卒呢，四象卒卒子呢？属于是牺牲自己啊，甚至就是不惜牺牲自己，也要跟对方对调。这种通常是干脏活累活的一线的防守尖兵，差不多有点这种感觉吧。谁呢？这个卒子，典型代表就是这个帕特里克·贝弗利。贝弗利自己讲话，最近这么七八年呢，我就没缺席过季后赛。他也有挺为此感觉骄傲，贝弗利啊。这就是属于一个卒子的荣耀，也不错。除了贝弗利以外呢，就是 PJ 塔克这样的，我感觉呢，也基本的是 PJ 塔克呀，他不像是个卒子。PJ 塔克，贝弗利是卒子，还有谁是卒子呢？就是跟对方对子儿这种类型的，对子儿类型的不多见吧？就这种身高的不多见呢，也就贝弗利吧。贝弗利对子类型的还有谁？斯马特呀，斯马特他是假摔型的，他跟贝弗利不一样。斯马特呀，除了贝弗利以外，还有这个莫里斯格林呢，这个低谷了。莫里斯格林，贝弗利对子，我感觉也是贝弗利吧，他这个级别还相对来说偏低，没有那么高。我皮特塔克都比这个档次高，卒的典型代表就是贝弗利。四象呢？象呢，就属于是大步迈开啊，也属于是范围挺广。像象这种呢，就属于是，因为士和象呢，它俩具体是有区分的，它俩都属于没有进攻，只是专注于防御。那么专注于防御呢，士是属于是贴身护卫，这个级别要比卒子要高。卒子是对子型的，士呢，通常就是。皇家真正的禁卫军通常都是武艺极其高强，进攻戏份少，但是以防守为己任，而且属于是护驾类型的。你像这个四呢，联赛当中能想到的一个是德朗德格林，这属于是斯蒂芬库里的四，库里就属于是老帅，格林属于是四，还有谁是四呢？PJ 塔克也挺像是四，就是在字母哥身边呢。当字母哥整体经纪人略有萎靡的时候，他站出来扛杜兰特一腿。这会儿啊，所以皮特塔克和德朗德格林都属于是四。象呢，那这个明显比四呢就是要大一号，迈开腿呢一步等于别人两步，差不多这种类型。象呢，那就是谁呢？大个类型的防御战士，差不多就是。一个是戈贝尔，再有一个就是戈贝尔、本西蒙斯吧，他俩这种类型，就是他俩属于是象，没有进攻吧，他俩同样都是没有进攻吧，没什么投射，进攻的参与感也不强，主要是靠防守，都是接近 DPOY 级别，戈贝尔更是实至名归。所以大象是戈贝尔，小象是西蒙斯，这种感觉，华德级别太低了。
六哥不在江湖啊，鲸鱼，小弟我最近肠胃不适，想请教办公室里放了巨臭闷屁呀，如何能有效撇清自己，嫁祸他人呢？啊，在办公室当中，一旦说真是放了个闷屁，而且挺臭呢，这种事儿啊，那就没有办法，这个最好还是不要承认的，因为太影响形象。办公室当中啊，包括内部的人际关系啊，彼此之间的这种这个交情维持啊，体面人嘛，作为一个职场精英啊，不应该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形象留在同事的脑海当中。那这会儿只能说呢，就忍了。而且办公室当中通常呢，不会有人真正说跟其他同事针锋相对的，就是说非得说这个事儿是你干的。一般来讲没有，也就是打个马虎眼，互相之间差不多这样了。这个环境是最适合进行这种这个负面形象的分担的。分担之后，相当于化为无形，谁也就是不受影响。你要说这个单独就只给你呢，不太适合吧？你只要说是没出动静，遮一下吧，就没出动就遮一下。你也不要多发言，不要多发言。看其他人有没有人挑事儿的，有人挑事儿，谁先讲话谁吃亏。往往这会儿谁先讲话呢？最终往往人家一回忆这个事儿呢，往往也就记起来先挑头这个了啊，谁说什么这个有味儿之类，那人家可能说再一回忆是不是你呀？要不然你可能说这个灯下黑呀，自己站出来好像说没自己啥事儿，那意思是其他人，好像其实就是你，你不能给人留下这种长久的记忆印象的，所以自己就是不吱声，等其他人先发言，当做没发生吧。杜兰特不想，宇哥一个肌肉发达、说话很冲的小青年，让你跪在地上唱征服，你会不会玩五个草还是摇人啊？说话很冲的小青年啊，他无缘无故让你跪在地上唱征服，那这是不能服软的。尤其他要是赤手空拳的话，你更是不能服软嘛。这凭什么服软呢？这个社会上运行规则它不是这样的。你要说这个每个人呢都是在对方完全无理要求的情况之下，你也选择毫无底线退让的，那这只能说是，滋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了。除非说他手呢持这个凶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办法，那你要跑也跑不过他的话，那挺危险。而且呢，他往往这种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那你忍一忍呢，风平浪静，这个事儿咱秋后算账。你这说大街上持械威胁他人的话，那这事儿就大了。他这不光是治安管理处罚的问题了，这就是可能说已经是归刑法管了，那就是蹲进去了。所以他这个，那你就可以暂时先示弱。但是平时他正常来讲，如果让你干这事儿，你岁数比他大，那是不能允许的。所以说他敢动手啊，动手之后你再报警，对不对？动手之后再报警。Olivier King，奥利弗 King。如果杜兰特2016加盟马刺或凯尔特人，联盟格局会有什么变化？16年加盟马刺或凯尔特人，那就是杜兰特携手卡维朗纳德呗，两个单打立棍，那这跟这个朗纳德携手保罗乔治能有多大区别呢？有点区别，但是不得不讲，区别也有限。他俩加一块儿，不见得能够合法搭档。至于说内线还有一个阿尔德里奇，当然。阿德当时还有一战之力，那就是三个单打立棍杀器，这个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好像说这个快船队呀，包括小莫里斯在内啊，以及这个杜兰特加盟凯尔特人有点接近呢，都是立棍单打呀。你要说这几组立棍单打呢，还是加盟马刺队有可能迅速积累荣誉，毕竟凯尔特人当时前景不是很明朗嘛。
杰伦·布朗和塔图姆那会儿初出茅庐啊，他俩的能力层次还没有爬上去。杜兰特去了就是带两个新人垫底，那这个不是很理想。去马刺的话，那就有可能改变联盟格局了，起码是极具竞争力。但是这仨单打立棍的，我判断呢，配合上还有那么一点影响力的托尼·帕克，但其实那会儿托尼·帕克呢，真是不太行了。16到17赛季的托尼·帕克，只能说在场上勉强支撑。你真说作为一个核心战力呢，根本做不到了。托尼·帕克能给勇士打一打，不见得稳赢，不见得稳赢。因为那会儿莱昂纳德也不是后来的莱昂纳德，莱昂纳德也是厚积薄发。16到17更多还是 DPOY，这个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更深。进攻端呢，才华还没有彻底尽显，所以那会儿携手啊。我感觉跟勇士能打一打，但不见得稳稳能赢，不见得双方能打个抢六抢七吧，就这样的实力对比吧。SUNNY 山尼这位观众，宇哥，No Hand Check 和增加联防，防守三秒规则哪个对 NBA 影响更大呀？No Hand Check 增加联防，防守三秒，防守三秒这是底层的。背景逻辑，这个防守三秒呢，这个属于是你就规则角度呢，它也分层次的。防守三秒，我感觉是属于是相当靠下的这种更加底层的规则逻辑了。增加联防呢，只是具体的站位啊，你这方面可能说有了一定的限制要求，放开了一定的标准。No hand track 防守动作呀，这个幅度啊，进行了一定改动。像这个呢，就不像说防守三秒有那么明确的。三秒时间所限，因此你就规则的，它是处在底层还是处在上层的，哪个影响更大呢？防守三秒更大。另外那俩相比呢，增加联防要高于 No Hand Track。增加联防啊，联防属于是整个战术体系的变动，No Hand Track 是具体的身手尺度的变化。这个有点类似于现在啊，管这个进攻的造犯规啊，有点类似，有点接近。但是没有联防这个影响那么突出。超级猛男，宇哥，卡尔马龙加罗德曼加奥尼尔三个人和泰森死斗，谁能赢啊？那么还就是少了一个奥尼尔呗，少了一个奥尼尔呢？啊，不对，少了一个之前说谁了？少了一个大本呗，奥尼尔。卡尔马龙、罗德曼呢？但是这三个都是内线呢。这个大个儿，卡尔马龙一拳也够泰森受的。三个人齐心协力的话，我感觉还是能干得过，还是能干得过。这个哥仨呢，这个体格强壮程度比之前讲的阿泰斯特呢都不差，所以泰森打这仨也费劲，打这仨一打二吧，一打二算是极限，1打3的话费劲，尤其就都这个体格的。Floating 猪猪。宇哥给蜀国一个哆啦 A 梦，魏国一组一对小组织，吴国一个草帽海贼团，最后谁有可能统一三国呀？蜀国一个哆啦 A 梦，魏国一个小组织，吴国一个草帽海贼团，哆啦 A 梦差点，他有一些科技能力吧，但是科技能力无法彻底颠覆如今的世界，但是另外那俩呢，基本都有这种准能力吧，小组织应该是最强。草帽海贼团呢，紧随其后吧。草帽海贼团这个破坏力没有小组织强。至于说哆啦 A 梦呢，应该是差点。哆啦 A 梦吧。XII 这位观众，宇哥，财务管理和会计两个专业哪个地位高？财务管理和会计，这俩相比，还是会计吧。就是在报专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这样。但凡涉及到什么什么管理呢，你都得注意，因为管理这玩意儿呢，往往啊，它都是实操更有效的。就你比如说，在校园当中啊，我学什么玩意儿呢？学这个工商管理，学酒店管理。问题是你今后你有没有资格管理呢？你这玩意儿你都干不到那个管理的级别，那你说你学的是什么管理呢？而且具体实操啊。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这玩意儿都是讲究因地制宜的。所以这个学管理类型呢，它往往啊，就是学的东西在现实当中你会发现呢，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呀，真是这样。所以往往带个管理呢，它可能说应用性都不是那么强，往往就是更加强调理论，
更加强调理论的，学一堆东西之后，当然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了，但是具体实操这块难度挺高，就不太容易这个，就有点眼高手低的感觉吧，就有点这种类似的倾向吧。就思想层面呢，位置挺宏观，但是真说着手这块呢，你还一时之间不知从何处下手。会计相对来说直接点，还是会计好，还是会计好点。财管不是会计啊，会计更贴合公司啊，财管有点虚啊，就但凡是涉及到什么管理的，都相对来说偏虚一点。现实当中你就发现，你比如说我是什么学什么旅游管理的，大概率呢就是干个导游。你要说酒店管理呢，去了基本上就是干个酒店服务生。后来能不能干成经理啊？经理大部分都自己人，而且你要说这个星级酒店呢，干管理你正儿八经你得熬年头呢。一开始当个文童，再不就是这个做个吧台，也就这样。未来能不能干上管理，这玩意儿那就不一定了，看你这个才华吧，看你这个关系吧，这就不太好整。所以但凡加管理的，有可能你打的都是就是最基层的这个工作呀。哇里哇里罗，宇哥以下舒适程度给个排名：坐杜兰特腿上，睡詹姆斯胳膊，躺徐静宇怀里，抱住王猛的光头啊，趴在卡戴珊的屁股上啊。你这个是讲的这个搂什么小琴腰之类的。这个女性这边呢，那你就得看这个对于谁而言了。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女性角度，哪个更舒适呢？那金卡戴珊包括这什么小琪之类，这都边靠，这就谈不到有多舒适。作为一个女性角度啊，女性角度那肯定说是詹姆斯胳膊这个应该是最舒适的。就一个女性啊，因为甭管咋地，詹姆斯呢体型在那摆着，非常魁梧，晃荡荡2米开外呀、啊，身体又强壮，绝对是个大型猛男。你像这样的呢，甭管中外，实质上呢，这就摆到眼前呢。作为一个女性视角观看，詹姆斯属于哪种呢？一定是属于那种偏性感的。就是说，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的话，詹姆斯一定是具备这种优势的。所以，要是就女性视角呢，詹姆斯这个最强。王猛这个呢，可能说排到第二吧，挺有意思。这个王猛这个，杜兰特排第三，我排第四。金卡戴珊排第五，这个小七就排第六了。从女性视角来讲，因为金卡戴珊这甭管咋地，这个肉厚啊，那可能说当个沙发靠呢，这个也能挺能得劲儿，不至于硌得上。所以这是女性视角。男性视角呢，那女性肯定排前面嘛。男性视角的话，舒适性这块呢，就看你具体的喜好了。但是甭管咋地，这个卡戴珊和这个小七这两个，那肯定是排前头。其他方面呢，那就是。男性视角啊，坐这个杜兰特腿上这事儿太恶心。詹姆斯这个胳膊之类的，这你真说要是兄弟之间呢，打个球啊，互相之间搂搂抱抱啊，也算可以接受吧。这个我怀里呢，那这没啥意思。至于说这个王猛光头呢，这都是能挺有意思，这个始终都挺有意思，我感觉。就看你男性视角、女性视角吧。这个，The Game 啊，之前讲了这个比利4941，邓肯为什么没有得分王？奥尼尔为什么有两个得分王？邓肯为什么没有连冠？奥尼尔为什么三连冠呢？连冠不连冠这事儿呢，这经常出现这个意外的。就一支球队想要保持连冠呢，那你得拥有非常健康的阵容。而且呢，整体实力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在那个特殊时期之内，你得拥有碾压级别的这种阵容，你才有可能做到这个连冠呢。如果不这个马刺队所欠缺的，这他不具备碾压级别的实力。所谓什么 GDP 呢？其实真正的超级明星就一个，只有蒂姆·邓肯。另外那哥俩呢，托尼·帕克啊，吉诺比利啊。
他俩不是角色球员，但是比角色球员强，但距离那种超级巨星呢，明显还是不一样。这就不像说 OK 组合，两大超级巨星携手，那形成的效果就是拥有打造王朝的基础。马刺差点，因为马刺就蒂姆·邓肯一个超级，这种往往想打造王朝就非常困难。这还不像说当年迈克尔·乔丹和斯科蒂·皮蓬呢，皮蓬是常年入选第一阵容，这样的也属于是联盟当中起码是三号位，相当优秀，甚至曾经也是做到过首屈一指的。斯科蒂·皮蓬这是够的，属于是基本接近于巨星，但是马刺就差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法连冠。所以说马刺这个核心邓肯没有得分王啊。马刺这个邓肯，他的特点呢，没有得分王，内线绝大部分没有得分王，强如奥尼尔只有一个得分王，这就没有办法。奥尼尔俩好像，奥尼尔是一个吧，一个还是俩，我也忘了，俩得分王还一个，俩吧，奥尼尔几个我也忘了，好像一个吧，好像就一个得分王，奥尼尔啊，内线很少有拿得分王的，包括诺维斯基也没有得分王，奥尼尔好像就一个，是不是？愿你别错过这位观众啊！宇哥说一下甜瓜在湖人的战术地位以及能否获得洛杉矶球迷的爱戴。昨天没回答我啊，这个甜瓜在湖人的战术地位啊，之前讲了，你是没等到啊，那今天你有可能又没等到啊。战术地位就是第六人，至于说能否得到洛杉矶球迷爱戴，那看他表现嘛。如果屡屡打铁啊，到季后赛甚至呢再遭遇一定的伤病啊，那球迷可能说就不给你好脸了。没有办法，你本身在洛杉矶地区也没怎么效力过。但如果说打的只要说稍微还算可以，尤其呢，湖人队只要说最终能够完成登顶，那安东尼呢也成为了湖人荣耀记忆的一部分，那就能够收获爱戴嘛。除非表现特别差，以及呢湖人队铩羽而归，走的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甚至没闯进总决赛，那就是没有人能够洗得干净了，那就是这帮人都受影响，都一身污点，甩的所有人身上都是，那就不行。所以有没有球迷爱戴啊？看球队战绩，这个我感觉最至关重要。安东尼的个人表现，我感觉不需要太过担忧，差不多基本这种数据还是能够收获的，12、13分左右，差不多够。RAIL 这位观众靖宇，唐斯如果和塔图姆联手，绿军前景如何？塔图姆什么时候有机会拿 MVP 啊？塔图姆先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硬的团队环境。暂时呢，东部这块竞争如此纷乱，起码绿军以他的硬实力呢，没有办法跻身东部前列。那你这样一来，距离 MVP 呢就明显还是差点劲。只有说未来呀，这个篮网队啊，下赛季有可能就出现变化了。当然还有雄鹿拦在眼前，绿军还需要补强阵容，尤其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核心后卫，还需要补强阵容。这个斯罗德呢，只是短暂用一个赛季，适当打一打，未来还需要补强后卫线，还需要补强后卫线呢。唐斯和塔图姆联手，那就是一个内线配合上两个外线，我感觉还不是那么特别优质的一种选项吧。这个组合方式都差点，当然联赛当中也没有那么多顶级外线，那实在不行用唐斯的话也可以。反正这个凑数呢，你一旦说够了三个人了。都属于是明星身份，那你怎么着怎么打，他都是有争冠实力的。那是就看这个到底具体是否那么特别理想，不是那么特别理想，但是唐斯加双锋线也一定是极具竞争力。打死倪妮这位观众啊，宇哥，假如你被困在沙漠两天，眼前突然出现一杯王蒙的尿，一杯美娜洗脚水，喝哪杯呀？那这玩意儿这个喝哪杯呀？被困在沙漠两天呢，掺一块喝。这俩这个哪个也不能说都扔掉，扔掉都是浪费。这个在沙漠当中已经两天没喝水了，这会儿你还挑啥呢？掺一块儿，这是怎么讲呢？正好就是得补充水分了，没有办法，沙漠那个温度，你要待一天的话，当时渴的基本上渴毁了。正常人如果说7天不喝水，或许呢，还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可能说还有这么一口气儿。但在沙漠当中，两天已经到极限了。这个昼夜温差呀，你甚至有可能身染风寒呢。疾病的情况之下，你又缺水，咋活呢？就得俩掺一块儿，哪个也不能说扔掉。
有的观众，这个观众啊，我也看到网上说乐福203，但是我对比了詹姆斯，他俩全身照至少比詹姆斯高2到3厘米，这不一定。全身照呢，它有很多这个照片啊，它是有区分的，看角度。他俩具体谁高谁低，这玩意儿不一定怎么回事儿，尤其还涉及到穿鞋呀，有时候他俩穿不同的鞋呢，高矮还不一样，这是有区分的。这个流传出来的照片，他俩普遍是比较接近的，就身高基本上是一致，这个是比较多见，身高一致。你要说乐福明显比詹姆斯高，这不太对，那你可能说再查一查其他的图片呢，可能说就有不同结果了。我看到的是他俩身高基本上接近，反正往下，没有明显高出来谁。比利4941，2000年奥尼尔是单核夺冠，不是那会儿科比已经是联赛当中的第二阵容了。2000年呢，你要说有一个第二阵容成员，你还是单核夺冠，这夸张啊！科比当时已经多少有点崛起了，不没有那么怂打的。常规赛期间20多分，那这不叫单核。2000年时候，科比当时场均多少分了？应该是20来分了，因为科比第二个赛季呢就已经干到了15、16分了。第三个赛季、第四个赛季那会儿已经逐渐成长了。20多分，可颂。宇哥评论一下费德勒、纳德尔、德约科维奇、蒂伟，这是老哥啥的，他们仨天天没完没了比来比去，又是这几个呀，这个德约科维奇呀，什么费德勒、纳德尔，网球比赛，我一直以来呢，就是对李娜呀当年的比赛呢有兴趣，其余的网球比赛我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看着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磨叽吧，网球比赛，而且这个比赛有时候一打呢。其他赛事呢，都是算是有时有色的。网球比赛有时候一杆子打完呢，这个打好几个小时，比 NBA 还磨叽。所以说这哥仨到底谁位置高呢？位置高差不多吧。现在阶段纳达尔也没冲上去呀，但奥运会他是不是也没拿金牌啊？这个德约科维奇啊，纳达尔还德约科维奇啊，纳达尔嘛，是不是也没拿金牌啊？小德第一啊，德约科维奇啊，现在已经第一了。那就比这个最终这个总冠军数吧，大的大型赛事、满贯赛事的冠军数吧，看谁高谁就厉害。他们几个呀，纳达尔红土第一，德约科维奇第一，那就第一就第一呗，这玩意儿。如果我有个被动，前7个3分必进，会有 NBA 球队要我吗？有被动技能啊，1米74，75公斤呢、啊。那你身形也不算胖，还算挺灵活。有个被动技能啊，前7个3分必进，那你当然能会要了。你这属于是极强的被动技能啊！你这哪叫被动技能呢？这不叫被动技能，你这属于是主动技能了。前7个3分必进，这不叫被动技能。主动发力的不叫被动，主动结合被动吧。前7个3分必进的，那你这上来拿个20多分嘛，稳稳当当，100%命中率啊，这真实命中率多恐怖，200%呀！那你当然有球队要，你这就是前7个3分，如果说稳稳进的话，你都是超级明星了，你都能成为超级明星，联赛当中绝对有你一号的，选全明星之类的，尤其结合你是黄皮肤啊。各个方面，当然现在这方面的漏洞多少有点堵住了，但问题是结合罚球啊，各个方面，场均得分你也不会太低，而且你效率如此之高啊，肯定是备受球迷喜欢。那届时呢，成为全明星首发都不一定说不可能，人家当中比你横的那可能说也不算太多，你打法风格特别特殊啊，挺受欢迎。混不上全明星首发呢，打个替补我判断。因为教练呢会涉及到就是你的深层次的比赛影响力，真说打长了之后啊，你的真实的团队价值，就算说球迷不投你，教练我感觉多少也会投你。你这属性太 bug 了，你有这种能力的话，那就挣个3000来万年薪没有问题，在 NBA。范尼这位观众，个人荣誉同样是一次二阵、一次三阵、一两次三阵，欧文和卡特是否属于同一级别球星啊？卡特不如欧文呢？卡特，你说他拿啥比欧文呢？现在你能看出来，欧文人家二当家夺得冠军嘛，当年表现一点也不软呢。对于克利夫兰而言呢，未来退役球衣几乎是稳稳当当的，这点你不要怀疑。塞克斯顿混不了多长时间，在骑士队
他可能说呢，再打个两三年呢，就被骑士队送走了。一旦送走，届时欧文岁数也大了，那会儿骑士队就未见得再允许有人身披二号球衣了，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欧文他是在球队当中有突出贡献，个人的团队荣誉呢也有十足收获的，比卡特要强。欧文比卡特成就这块还是要高点。至于说他形象不正面的，形象这玩意儿这个确实不正面，那这玩意儿看成绩吧。欧文整个职业生涯还没打多太多年呢，也就八年左右，哎，不对，10年了，现在都已经十年，欧文已经是10年老兵了，10年了，但是取得成就也可以，也挺可观。飞燕白羊，我喜欢科张库兹，懂五位球员，请宇哥推测一下我的年龄、看球喜好、打球风格之类的。另外，请就此评价我是否懂球。科张库兹懂啊？那你就是这些人你都喜欢的话，那几乎是从老一辈啊到新生代啊，你一网打尽呢。那么你差不多年龄呢，就是起码是30开外吧，40以上不太可能。40以上对于篮球运动，尤其是新生一代，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你应该是30出点头吧？30出头，对于东西也能有挺浓厚兴趣。30出头。这个宇哥，我是北京球迷，下赛季林书豪加盟，能否季后赛打赢广东啊？打不过，你这拿啥打赢广东？北京队现在这个怎么讲呢？今时不同往日了，核心那个黄金一代呢，差不多普遍都有凋零的迹象了。再包括方硕呀，这些年以来始终呢，关键时刻有点畏缩。其他一干人等呢，老的老，状态不在的不在。现在这个北京队，当年引进林书豪都没打过，那现在只能说，双方之间实力差距进一步出现变化。广州队实力更强了，那你拿啥打？打不过北京队呀。上赛季算是相当好的一次机遇，那很遗憾你错过了嘛。至于说这个，我看没看过西北？看过，现场怎么没看？我这家离这么近呢。抽筋儿的水泥，主播你好，作为地球上存在了上亿年的生物，皮皮虾和小强谁的地位更高啊？皮皮虾它属于是什么动物呢？它属于是节肢动物吧？是不是？好像是吧，它属于类似昆虫啊那种，也好像不是，我也具体不太清楚，分这个具体生物啊种类。小强肯定是甲壳嘛，一甲壳呀。它这种动物，它俩呀，小强的生存能力更强，而且现在随着时光进化呢，也是融入人类社会，而且不靠人类以它为食，尚且能够生存。这还是小强吧，生存能力更硬一点，总是灭不掉。而这个皮皮虾呢，已经成为食物了，作为食物之一呢，被饲养了，所以这样的就差点皮皮虾呀。皮皮虾它也，小强好像没有天敌吧？有天敌吗？小强啊，现在混到这个阶段，小强好像都没有明显天敌了，钻到这个墙缝里之类的，哪个动物专门吃小强啊？是不是没有？你说鸟吃小强啊？具体不太清楚，吃小强啊？好像没有吧？这是花灯彩华，鲸鱼。既然海外入选名人堂门槛低，一个打拉是不是除名人堂外，唯一入选手段是改国籍？改国籍是不行的，改国籍，那你这个海外入选门槛也得是你在当地国家队。如果你走的是国际渠道呢，你得在当地这个国家队呀，或者说当地联赛呀，有突出贡献，有明显的十足成就，要不然你是白费的。所以你这个改了国籍之后，那你就说以美国球员身份呢，你还进不去了，那你就更亏了。说实话，伊戈达拉稍微运作运作、努努力呢，也未见得彻底没戏吧。当然，基本是没戏。那至于说改国籍，没有必要嘛。名人堂这玩意儿，这个非得进呢。尤其像伊戈达拉这样没非得进呢，还特意为此改了国籍，非那个进呢。改国籍也没有意义。人家这个当地的这个体育部门呢，也不会推荐他，而且他也没有贡献嘛，在国际啊，没贡献，去不了。
山顶没有猴，如果给刚死了爹的马超配个贾诩，互相极其信任，那么马超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啊？贾诩啊，就是谋士呗，曹操手下一谋士，配个贾诩啊，配个贾诩能咋的呢？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嘛。这帮谋士一开始也不是都是跟着曹操的，那不都有各自的主吗？那不最终还是败了吗？那主公无能的话，谋士只能说提建议。那当年成功还辅佐这个那谁呢，还辅佐吕布呢，那吕布不比马超强多了，但是不最终也是被人逮起来了吗？这没有办法，最终拍板的是这个领头的嘛。所以就马超这个智力被对方一个反间计很轻松就内部挑拨离间呢，就做到了分化这个对方。所以马超的这个智力不适合在三国长期混迹吧，只能说投奔他人麾下，自己独当一面没有这能力。周杰伦的床，评价一下0608掘金的黄金双枪为什么没取得成绩，而 AI 换成比卢普斯还进了西决了。0608掘金黄金双枪啊，没取得成绩，那不就是艾弗森吗？和这个卡梅兰东尼，他俩都有点单打独斗类型，艾弗森也是。而且艾弗森呢，他这个虽然说啊，他跟安东尼携手那会儿，他进攻端效率涨上去了，但他俩都没有防守。早些年那会儿，他俩这个核心呢都不防守。艾弗森是心有余力不足，安东尼是压根儿心态这块就不愿意防守。那球队咋打呢？光有进攻没防守，你怎么能赢呢？费劲了。而且艾弗森当时，岁数也渐长了。他也没有那么小了，艾弗森呢？0608，当时艾弗森多大了？艾弗森比科比还大，艾弗森应该是76年出生的，他比科比还大点，76还77，当时也不算太大吧，但是他俩打法风格啊就是差点，而且都不防守。SUKER 宇哥想问伊戈达拉、欧文、卡特、杜兰特四大金刚，你更愿意评论谁呀？伊戈达拉、欧文、卡特、杜兰特四大金刚更愿意评论谁？看谁有新闻嘛。卡特、伊戈达拉这属于是边缘人物，卡特目前已经退役，就提到他的次数呢肯定是比较少的。伊戈达拉呢，他现在也没有那么强的存在感了，到勇士呢也是签了一份底薪，就是不像当年了勇士得给他什么这个年薪1500-1800万的，不是那种高规格待遇了。所以伊戈达拉呢也算是现在已经不能说是联盟当中的一流三 D 了，这正如同阿里扎呀在湖人队仅仅签了个底薪，就是属于他们这一批三 D 球员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因此伊戈达拉也没有那么强的存在感了，话题度也不高了。欧文杜兰特呢，他俩正值当打之年嘛，这个可能说新闻多一点，谈他俩可能说更有意思点。天天开心，我喜欢看詹姆斯的比赛，下班回家先看一下比分，赢了才看回放，输了就懒得看，是不是赢球迷啊？你这种这个做法的球迷还真是比较罕见呢，就是得先看比分，赢了才看回放，输了就懒得看的。你这个特点呢，总结一下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属于是像你这种呢就很难参与那种比较惊心动魄的赛事。你可能说呢，内心当中无法接受，詹姆斯输球，而且自己也不愿意直接注视整个过程，比赛不断的交替领先。那你可能说心理素质这块本身就差一点，有点逃避倾向，不愿意直接看完整个过程吧。随着这种心绪起伏啊，可能说你欣赏体育的乐趣点呢就不在于此。但是很多其他球迷呢，欣赏体育的乐趣点就在于这个比赛最终赢可以，你要是直接大胜呢，没啥意思，赢最好，但是怎么赢呢？险胜，靠一记绝杀取胜，互相之间你来我往，甚至在身处逆境情况之下逆袭翻盘，这是更好看的。那可能说你这个观赏体育特点呢就这种类型，当然也无可厚非，每个人他都是从体育当中找乐嘛。这玩意儿我要说这个不乐意看一个球员输球，我就不看，那也正常。你看回放呢，主要就看詹姆斯表演呗，那也正常吧。赵丰年，东吴派出15个徐静宇，诸葛亮还能舌战群儒吗？一样，诸葛亮这个应变能力，而且人家一嘴的都是文言文呢，我这白话文上去叫人笑吧。那会儿没有人讲这话，这真说这个官方言论的话，那肯定得是，讲些文言嘛。这样一来，你才有资格上这个台面啊。一嘴的白话，那就你被撵出去了，十几个也白费呀、啊。
你根本搭不上话，而且线反应、线理解也不行，线组织语言呢，完全是文言文的这种听力阅读，再配合上出口成章，相当困难。我指的是就是正八经当面讨论级别，那相当困难，因为你得理解对方的论点论据呀，那你是人家一水全文言文，多难理解呢？虽然说你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但你得听得完整嘛。你这阅读理解，你这我要全是文言文，当地风土人情有一些老词儿啊，万一再夹杂点方言呢，我根本就辩论不了，白费呀、啊。雨后蓝伞，小七奇、詹姆斯、美纳奇鲸鱼啊，斯嘉丽奇、杜兰特、王蒙奇、科勒、密室顶牛啊，谁先后掉下来？是先后掉下来呀、啊？先后掉了，那就主要是看坐骑了。上面当然坐骑和这个人呢都挺重要。坐骑你首先得这扛旗嘛，但是我这样的这不是特别扛旗，我判断是最差的。杜兰特、詹姆斯他俩都挺扛旗呀。你要真说驮个女的话，那一点问题没有。詹姆斯他这个驮的负担呢，属于是最轻的，因为小旗这个体重应该不会太高。所以詹姆斯这个负担最轻，他最有活力，但是小七呢比较柔弱，他很难拨弄过其他那些对手吧。王猛呢属于是最强骑士，因为他这个是唯一一个男性，最强骑士，那就是在上边这块他有优势，就看下边这个坐骑允不允许参与争斗了。坐骑如果也在动手的，那詹姆斯这块最强。坐骑如果说只能行走而不许互相攻击，王蒙奇科勒这组应该是最强的，因为王蒙战斗力强嘛，最强骑士，而且他的坐骑呢，你们不能说坐骑吧，就是在这个语境之下，科勒也绝对挺能挺，扛个王蒙没有问题。科勒以他的体格，排到第二就是这个斯嘉丽奇杜兰特吧，斯嘉丽约翰逊也挺壮，演过这个黑寡妇啊。后来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瘦了。小七奇詹姆斯呢，这个排第三。美纳奇鲸鱼这个不行，我扛不住劲儿，我爬一段时间就爬不动了，肯定是没有那么长的续航能力，没有这帮人能打。赵丰年呢，吕布如果一直挺成功的话，能不能打败曹操啊？你听，你这玩意儿这个怎么讲呢？成功是个顶级谋士啊，那他不就老哥一个吗？一个人的智慧，你有曹操手底下那帮人，就是可以说人家曹操手下那是谋士众多，每个人啊，他这个不同的智慧呢，互相之间能形成碰撞。而吕布手下就一个成功，那你一家之言，你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去呢？而且成功在三国当中也不是顶级谋士，也达不到说是最顶级荀彧那种级别，根本够不上。所以他本身能耐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吕布战斗力强，三国时期归根结底他拼的也还是阵型，拼的是实力，拼的是扎实的基础，光靠五八超还那是白费的。你靠这个的话，后期吕布，你要是真说自己出去就能冲出一片天的话，那你后来怎么能够被俘呢？尤其被这个对方围住之后，你还要嫁女儿呢，那就不至于了嘛。所以你单打这玩意儿一般般。所以成功，他就是一直挺，又能如何呢？你本身不是多强的一个谋士。这个小城虎猫，姚明这次能进 NBA 七十进不去，这个75周年，当然看 NBA 取舍吧，因为这是 NBA 官方整的。只不过我感觉呢，姚明他退休已够，但是你真说入选这个75大巨星，成就呢低了点，就是最佳阵容啊，再包括团队成绩啊。打过第二轮，成绩差了点，这么整这个进不去。我判断姚明进不去，75大巨星这个进不去，这是一个很多这个岗位的人，包括这个媒体啊，包括教练呢、啊，退役和现役的球星啊，都参与评论。这个人家不会这么向着姚明的，凭实力费劲进不去。我感觉。再见了，各位观众，今天咱们先讲这儿了啊，再见了，各位。啊，感谢这个炮恩哈布啊，这位观众，这个开通建党，感谢这位炮恩哈布啊，再见了各位，咱明天晚上再见啊。这个独孤一剑和这个北城以北20秒哥天天开心，六哥不在江湖，哇哩哇哩罗，炮恩哈布，雨后蓝伞，赵丰年，峰哥永远的神，钢筋水泥，抽筋水泥，
再见了，各位，咱明天晚上再见啊，再见，再见了，各位。